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郝伦歌》，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啊。今天又是一个愉快的日子哦，就在这里相聚了。是这个我们头一场演出，哎，算是基本上开始了，开场吧。好多朋友还都在陆续的进来找座儿、找座位啊，熟悉一下环境，看看看看周围都是谁。这也看呢，玩一玩手机啊啊，玩手机上这儿玩来，很正常啊。哦，看看拍一拍照啊啊，再找一找有没有 WiFi 呀、啊？哎，这挺船上挺贵的，咱都能感觉到。等到观众啊，基本上都落座了之后呢，怎么样？我们也就正式开始了表演了。哎，该演出了。话又说回来，这头一场节目啊啊，其实最难表演。怎么了？因为大伙的这个精神啊，还都没有集中到台上，注意力分散。对，你看听台下，你看好多观众还都在走动，没有关系啊，慢慢来。对，而且心里也都知道什么呀？来的这些观众人看谁来的呀？谁？不是看我们，那是谁呀？看我师父，郭德纲，对不对？您先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看我师傅来的。您等一会儿，咱师傅是这样吗？怎么高了？那得多矮呀、啊，还高了？不是我高，你看多高呢？合着您从台下量的呀？咱不说我师傅的个头，那你刚才放屁呢？咱比划一下。这比划跟说一样。首先说让大伙从一个直观的感觉知道我在说谁。哦，就因为说我师父个头这事儿，怎么样？我师父在后台没少骂我。那可不，当着所有徒弟的面，指着我鼻子骂我，训斥他。张鹤伦，张鹤伦，不是，以后在台上要再敢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知道吗？我就抽你。反冲！我们师傅打小哟、呵，啊，都跟，嚯，好嘛！师傅这童年什么都会啊，就这一套，怎么样？就这一套拳法，打的我这膝盖呀、啊！您听听。别打了，对不？别说了，蹦那么高才打在你膝盖上，啊？我没说清楚，怎么回事？当时我蹲着呢。哦，对，那更不对了。么么哒，你跪着打膝盖上了，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是吧？可能不同的楼层没有这么着的呀。个头搁一边啊，人家能耐大，哎，有本事，对不对？德云社有今天，全靠人家，不错。而且我能站在这儿演出啊，得感谢我师父，谢谢老恩师。当然还得有后台的全体师娘，应该的。哎，不，全体师娘，对不起，对我说漏了啊。那个不是，没有这事儿。不是，对，就说没有。什么叫就说没有、啊、咱不提我师父，对不对？你少说这个。能耐摆第一，跟人家学的是能耐啊。到今天来说，德云社来说，人家都得看他。那可不吗？都是小徒弟，这帮学员嘛。很多观众是来到这儿不知道我们是谁，不认识。所以说呢，三句哈哈两句乐，先得让观众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那也不知道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啊，好坏的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您什么意思？介绍一下。哦，我叫张鹤伦。哎，是他，德云社们一名普通小演员。嗯，像我师父上台来不用说话，我叫郭、不是，您先等会儿，您一个眼神，观众自然掌声雷动。那您得把名字说全了呀，我叫郭，那叫盆儿是不是还得喊好呢？不是，
就是说那意思就感觉出来了，一个手势观众自然报以热烈的掌声，哎，都认识。到我这儿我说我叫张鹤伦，你看他也很安静，很安。不合适嘛，不是，咱能不能跟个人似的呀？您跑这要掌声来了？是要别的，他们也不给啊。对，我们这还多一丐帮的。不是那意思，嗯，观众来就是捧我们来的，啊，花钱看我们，对，对不对？尤其还在船上表演，是多难得的机会啊！还有旁边的这位啊，总算套我了，也得隆重的说一说，好好的。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大家好。我们两个人呢，从合作到现在。你也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你先等一等，也就是狼狼的狗。我没名字，有没有自个儿说自个儿说不完了吗？那您这隆重介绍就没有了，这不得渲染一下气氛吗？不用渲染呢，不用渲染吗？直接介绍就行了，自个儿说。咱们我自己因为我在台上，我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对不对？合着我名字是打着码出来的是吧？哎，从日本都回来了，不要提打码的事了。我也没看见什么呀，我。日本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洞，总觉得蒙了一层马赛克。您擦擦眼睛吧，这是说的我名字，说他们干嘛？自个儿说行不行？您要不说，我自己说。自个敢吗？有什么不敢？敢吗？没有不敢。来来说，我听。大家好，我叫。闭嘴！吓我一跳。谁吓谁一跳啊？真要说出来呀、啊？介绍一下。万一你说出来，观众说不喜欢，走掉怎么办？人说退票怎么办？早了。不是，我还没说呢，不至于吧？万一有一位呢？怎么会有万？万里有一，对不对？抬杠是吧？怎么了？行，我今儿就在这儿说了 啊！我自报家门之后，对，但凡有一位喊退票的啊，今天就弄死你。我看谁还鼓掌呢？哎，我这暴脾气，我枪呢？或者你还有枪？我枪呢？啊，这上剧场还带枪？我好几天我没杀人了，我跟你说。哎呦呵，您怎么着了？这是？别惹我，这是。您别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没胆子活着回去，这就是一个冤家。好好聊天，干嘛弄死我呀？干嘛呀？多新鲜呀！您让我说名字，人喊退票。你不考验你的人缘吗？这考验我人缘，不能诋毁我呀。你自个儿来啊。就是的。你说一试试。大家好，我叫狼鹤炎。快吧，赶紧开门，从甲板上跳下去。你瞧瞧，人家不光看相声，人家想看自杀来的。你观众这么多人喊退票的，我要你就在台上自爆了。我凭什么自冒啊？人我说弄死你，人家才喊的。观众人都觉得不出名，嗯，演员在台上来说你不值一提啊，就是因为你能耐不够，本事有限，知名度不高，差着呢，对不对？嗯，慢慢来啊。老话说，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这都得从一点。这是什么老话？我姥姥说的话。你姥姥就认识咱师傅是吧？这你管不着。向人家学习啊，学吧，对不对？都学什么了？学的太多了。比方说呢？四门功课啊，吃喝嫖嫖，很多时候。您等会儿，你这好像是三门啊。啊，也有时候也不吃不喝，作为一个就这一门了。不是，那什么哪门？说学逗唱，改了？没改。打起儿就是这个，都知道这几门，知道您说呀，对不对？说学逗唱，嘴皮子得干净利索，得清楚，最起码的吧。说相声讲究这个啊，什么报贯口类的作品啊，有没有？有朋友别笑啊，笑生气了啊，大哥你再笑一个，把笑容给我收起。笑容还收起？人家看你出殡来了。我刚才说错了一点，他在这。不是，这关键是一句话六个字，你说错三对儿啊！真是老妹儿，你管管他，是两口子吗？是两哦，不是啊，不是两口子，坐这么近，
啊，这不是上船了吗？这么神奇吗？今天楼上楼下我调查一下啊。您调查什么呀？这么着，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都是别人的呀。你们玩的也太开放了。哦，原来这个船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然都有 VIP 呢。不是，我就不理解，怎么都不是两口子？谁说都不是了？是不是？你怎么不举手呢？就你坐最近还不是两口子，路过的。路过的，你还不是说游过来？路过就录一个房间去了，无所谓啊，无所谓。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哎，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平安。对不对？这什么话？这是四个人好好过呗。对，怎么又多俩呀？人家还有家里边都有，两个孩子都有呢。嚯、哦，来到这儿就是捧我们来的。对对，对不对？看的是能耐，是不管带谁来。您就说您的本事在哪儿？说学逗唱，说嘴皮子最起码干净利索啊。贯口类的哦，什么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嗯，和地理图各个国家的地名。想想后边，都有啊。嗯，还有什么绕口令？啊，可以吗？行，绕口令就行。都有这什么？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嘛，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别着喇叭哑巴说不换。嗯，两个人彼此。等会儿，哑巴说不换，哑巴愣说话了。哑巴能说话吗？你说的哑巴说不换。哑巴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你怎么说出来的？心里话，我不换。您学这还是驴啊？这还带甩石的这个绕口令，嗯，这都简单的。还有什么？什么门后吊吊那个啊？门后吊刀，刀倒吊着。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怎么了？知道您没说。小朋友不要嘲笑我好吗？不要嘲笑我。你没说。门后吊刀，刀倒吊还。钓鱼要钓哦哦，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岛上钓。是嫌你吗？是嫌你吗？不是嫌我，我怕小朋友乐你。说快点，说那么慢就能的吗？钓鱼要到刀鱼，要到刀鱼。好不容易钓上来了，你倒它干嘛？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钓。停停。无所。不，我枪呢？你可能我头回知道这扇子还算凶器了。您呐，您这说不太利索。我脾气不太好啊，真的啊。怎么着？再说一下，再说谁再说一下，我上去把他衣服扒了，你知道吗？生气了、啊。您这是什么演员？这是。他们老嘲笑我啊！咱有拿手的呀。什么拿手？说不行，唱可以呀。行吗？当然了。能唱什么？德云社打他。哎呦呵，哎哎，打他打他呀！怎么是这两天晕船了还是怎么了？我在一会儿吐台上。哎呦，别介，那得多脏啊！唱来说咱是可以的。嗯，传统的东西什么呀？本门的唱，太平歌词，说学逗唱是本门有。对。太平歌词来说，现在在这个舞台上很少有人唱，为什么呀？太难，哦，复杂，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刀子的唱，那还行啊。来两句听听，我们来了，有没有这个韵味啊？感受一下啊。唱一什么呀？唱一个，唱一个劝人方。好啊，嗯，这啊，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拴着水，子孝孙贤水养鱼，人生在世非容易，那气化清风肉化泥，龙游浅水是遭下戏，那虎落平阳是被犬欺，
得了志的狸猫换四个壶，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猛虎岂在当道卧，那困龙也有这上天时，攒起了金山翠明的鬼，交下了这朋友是护身的皮，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受于天齐。好，本门的唱太平歌词，剩下再唱什么都算学了。哎，学累了。像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吧，怎么样？最起码大伙都喜欢唱歌。对，流行歌曲少男少女都喜欢，可不嘛。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那是对于流行歌曲来说，哎，谁鱼的呀？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您先。我枪呢？你那枪可能钓鱼去了。我抽你啊！抽 你抽我干嘛呀？我想问问你，你怎么就九零后了？怎么了？1890后。哦，这是一个诈尸表演艺术家。真的，这是80后的。哦，85年的。我本命年，我穿着红裤衩呢，我怕什么呀？我。别。别，咱们都冷静冷静，别这样那合适呢？我你也是，你说话你。你85年的本命年，来，脱吧，脱。快点！我没穿。你就怎么样？太过分了吧！钓鱼忘岛上了。好家伙，您拿裤衩兜鱼去了，这是。真是85年的，长得老了一点。是啊。爱信不信。嗯。脾气不好。信不信75的，哎，这个我也没有想到。65的，我清朝的。你看我这写着反清复明呢，你看看，来，您等会儿，谁前面写反清复明啊？那不出门让人打死啊？生气了，没有这纹身。年龄搁一边，嗯，好唱歌，就怎么样？你说唱歌来说吧，都喜欢唱歌啊。德云社来说唱歌的少，我师傅来说郭老师唱歌都戏味儿。是吗？他一唱歌好好一首歌，他唱出戏的感觉。哦，你说花心，我师傅一唱这个味儿，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这感觉一出来就不像唱歌，别有风味。于谦老师，于老师一唱歌带捧哏，嗯啊，但于老师一唱歌这样，怎么唱？对你的思念怎么的？是一天又一天，哦，两天。孤单的我一个人，还是没有改变，还那样。自个儿跟自个儿玩的可开心了。您这不胡说八道吗？那我们年轻人就哦唱歌了啊，唱歌来说你怎么样？喜欢，不光我喜欢，大家都喜欢啊。是啊，现在广场舞跳的都不是流行歌曲口水歌吗？哎，对，大伙都听过这个套马杆，嗯，对不对？广场舞大妈总跳呢，总唱那个。您也会啊？啊，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清风，吹开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哎，那个咱们都冷静一下啊，我真得好好问问你了。我哪个广场啊？你要去啊？我想去学学歌。不是，那广场那就广场也不是这么唱的。广场舞大妈是唱的吗？人没有说这么唱歌的，这广场舞大妈这么唱的没听说过。我记得嘛，反正口水歌流行歌曲，嗯，现在都会唱，都爱唱，我也喜欢啊。你会唱什么呀？太多了。比方说呢？太多了，跟我们来一个。但凡你听过咱都会。那不一定啊。你说什么唱山唱水唱河流唱人物什么都有啊。行啊，你还对呀、啊、
这个范围很广啊，随便提，没有门不会的啊。什么？没有门不会的。哎，老北京，你们家老北京跟嘴里有袜子似的，都会，老北京都会。刚才说了，唱山唱水唱人物。对了，行了，那我问问你，唱山给我唱一个。唱山是吧？唱，听着呢。嗯，来一首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一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一收获。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哎来哎呦，哎来哎呦，哎来哎，哎哎哎呦，呀呼嘿哎，哎呦，哎哎呦，还真不错。木鱼石的传说，哎，这都知道，唱的还挺有滋味的。那当然。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山在哪儿呢？当中不有吗？哪儿呢？山。唱山山呢？山高路远啊，有这么一句词儿啊，不有山吗？山高路远，这山也算呐？那不是山吗？算不算？你听听你二姨说的。我怎么没见过呢？成成成成成，有这个水，水太简单了啊！来个啊，水啊！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掉沟里了吗？有点起低了，起低了！您自己的事儿，让我们这恶心呢？有没有水呀？啊，行，有水，有水，有水，可以了。对，唱人物也都行吧？当然了，那好多人呢，简单至极，随便都行。我听着呢，我听啊，唱爸爸的有吗？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像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盼儿归一带门也满天书信斗。都说养儿能，等等，拍谁呢？不给你唱的歌吗？给谁啊？给我唱的。对。哎，儿子打爹，天打雷劈啊，头发都给你劈没了。要不你那脑子有缝呢。去你的。行行行，唱爸爸的有了啊，别着急，后边还有唱妈妈的。妈妈有英文。嘿，合着咱俩是亲戚。那不我二姨吗？那是他二姨夫来了吗？别闹啊，我妈这么年轻呢，我是剖腹产吧？不，你是第二胎。妈妈 Do you remember、哦、Those who you gave me。 怎么肠胃不好吗？草帽歌啊，挺好的，草帽歌唱的跟在茅房里似的。这个妈妈的歌曲啊。行行行行行，然后那个老了，老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捉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啊。您等等，您等会儿，您等等等等等等，您这学的又是哪位大师唱的？这是我师父唱的。您学不学探我不管啊，但这里边没有姥姥。这歌名是什么呀？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外婆不就是姥姥吗、嗯、而且后来还有一句澎湖湾啊，澎湖湾，你姥姥的澎湖湾。怎么听着像骂街呢？这是澎湖湾吗？胡来呀、啊、这个这都
正经的歌都行，正经的歌得有好的呀，都有好的、啊、说实话这个歌都简单都皮毛，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唱、嗯、都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对，现在来说有什么 TFBOY， 哎，仨帅哥，对不对？嗯，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哎，别别别，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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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那枪在哪儿呢。不是为了人家就说没有，没有就没有呗。谁说没有？谁说的？好好，我给你跪下，好不好？我早知道您脾气这么大，我们早喊了。不，我就说咱学人家不像，确实小男孩那是人家的偶像，青春偶像。我们当年谁呀、啊哎？谁呀、啊？他们现在 TFBOY， 我们当年小虎队啊。对，拜拜。小虎队，小虎队，别小虎队，我东北的小虎队怎么着？对不对？东北，什么乖乖虎、嗯、小帅虎、特别虎，三个人嘛。对对对，那确实你是特别虎，霹雳虎。你甭管霹不霹雳的，对，就是虎是吧？当年的是不是有这个？哎，这组合好。对，还有好多经典的吗？什么呀？当年的什么那个现后来，当年的那个民谣。民谣歌手谁呀、啊？老狼。对对对，同桌的你好听。如今是谁呀、啊？嗯，赵雷。哎，很火是吧？嗯，成都啊。来两句，到这儿。让我掉下眼泪的，不只是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我用你吗？不是，我就想问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忘词了？我二姨你妈说的。不要这样，人家代表作太多了，嗯，成都啊，南方姑娘啊，对对，等等，话呀，好多经典的歌曲。是。再往前提，有一个也是民谣很出名的，过度的宋冬野。哎，对。他的缺点咱们不提，哎，是是，咱就提他的优点，嗯，对不对？他的缺点，咱不提啊，没有必要。还不提呢？优点来说，人唱歌唱的好极了，创作。当年的董小姐，好听，一首歌深入人心啊。嗯，您也会吗？沧桑深沉的感觉。来来，董小姐，这不是包袱，不要，你给我笑毛了。什么环节？我怎么我裤子掉了啊？不能，裤子掉了也没穿裤衩。你别兴奋啊！我心还愤。董小姐，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您，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提提裤子？是不是着凉了？就他笑的呀？谁笑？您自己又忘词了？瞎唱。董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宿就这样。前半生。好的，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不管你要钱。这是董小姐，你可知道我已经习惯了免单，你突然找我要钱，我还觉得你有点不要脸。行了。所以那些都不是真的，董小姐，这不胡唱吗？我记得是这个词儿吧？哪个词儿啊？那我唱的可能就是中心思想，没有这事儿，这无所谓啊。就是现代来说，大伙喜欢听歌，嗯，如今更火的吴亦凡啊、鹿晗对、张艺兴嗯、薛之谦哎都火，过去也有啊。谁呀？四大天王哦，对对对，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您说那是庙里那四位。张秀尔、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哎，张秀尔还有把吉他，黎明拿一蛇，郭富城打把伞，刘德华天天耍剑去，反正四大天王，那不还是看门的那四个吗？甭管，我心目当中偶像谁呀？张学友，哎，那也是我的偶像，歌神啊，太好了，好多的歌深入人心，而且成为了经典，耳熟能详，国外都翻唱，对对对，吻别，没错，国外翻唱，还记得吗？啊，那乐队嘛，对不对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 is, heaven get a 妞。那点那。Show me what wonders can be true， 后面可能就是不会了。得。行了，可以鼓掌了。太不要脸了，这还国外歌啊啊！您这连村都没出去啊！国外翻唱的，我凭什么要唱英文啊？中文博大精深，为什么要唱英文的歌曲啊？那您唱那吻别呀？吻别中文的大伙都会唱。对。但是如今为什么他走出了朋友们手机里边呢？谁的手机里很少有播放吻别的了、哦、因为它成为了一代的回忆，年代久远了，应该让它成为一个永恒的经典。不永恒吗？谁的手机里都应该被翻唱啊，包括小学生都应该传唱这首歌曲。小学生唱这个？对呀、啊，你往里添入一些经典的元素啊。什么元素？你把那个什么东西永恒成为经典了、就是、到现在大伙都在学唐诗啊，诗词歌赋。对，你把唐诗添成这个词，大伙不又学这个曲又学这个词的吗？你是不是该吃药了？没到点呢啊，真拿药盯着呢。我说的有道理。不可能，不可唱不出来。我给你学学呀。啊，我来一回啊，来一回，唐诗版的吻别，你听听。少次白的彩云间，万里江陵竟然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了万重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锄禾竟然日在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锄禾锄禾日当午。下面请欣赏郭大文豪，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这个，哎，好，听见了啊，哎，好，受累了啊，哎，我知道了，好，你看男的都爱你啊，谢谢啊，嗯，去年好像就在船上演过一回，对，这是第二次，今年又来了，嗯，有好几万人吧，没有那么多，这样啊，好几个姓万的人啊，刚才是张鹤伦，哎，郎鹤炎，是我俩徒弟。小哥俩让他俩人下去休息休息，换上我们俩人来了，哎，我们说一段。其实今年没怎么说相声。是吗？因为去年说的太多了。对了，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是个大庆典，5000人以上体育馆，我们演了111场，嗯，小剧场德云社一共演了3000多场。是，所以我说不能再敬业，再敬业该累死人了。今年这算是第二场演出。对了，头一场是前些日在日本东京，嗯，一出机场，好些个粉丝举着牌子，嗯，欢迎郭老师来日，嗯，您网上查还真有，嗯，我都感动了，是啊，不好意思了，我以为这回上船来就有人举着牌啊，欢迎郭老师来上啊，不，没有，没有，没有，嗯，这人日本待了几天，嗯，演了一场，嗯，因为正好我儿子跟着去，我那个小儿子，嗯，我俩儿子。嗯，大的是郭麒麟，对，还有二的，你往我这儿比划什么？小儿子，这个人呐，没意思，就在这儿了。怎么我就？你要说俩小孩说相声，一个6岁，一个5岁的，站台上，哎呀，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观众会觉得很厌烦，这不爱听，讨厌。对，就咱们俩这个岁数的，谁是谁儿子，怕什么？哎，那不行、啊。这什么岁数也得弄清楚这个，一说一乐的事儿呗，开玩笑。小儿子2岁多，带着他在日本玩了玩，嗯，去那个比基尼乐园看了看，米老鼠啊，儿子还小呢，
带他上比基尼乐园去，就是那个香港也有，美国有，香港的没有日本这个大，这个日本那、啊、叫迪斯尼乐园啊。我说的是，您说的是比基尼，有什么区别吗？啊，什么呀你这，您先把这知识弄清楚了，我跟他照一张、啊、不用您甭惦记那事儿、哦、您就记住那叫迪斯尼，迪斯尼乐园啊。对了，就演了这么一场，嗯，然后今天是今年的第二场，对，这才开始。刚才坐在后台聊天，我特别感慨，怎么呢？我打七岁学相声，干这行干了好几十年了、嗯、自己总结了一下，我这几十年其实是三个阶段。怎么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就是像一块海绵一样，怎么讲，长能耐，吸收各种知识。哦，哎，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第二阶段我就像甄嬛一样。甄嬛怎么讲啊？谁都憋着弄死我呀。是啊，嗯，哦，就弄不死。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就像个 WiFi 一样。这怎么回事？都蹭我呀。啊，嗨、哎，哦，这蹭您这热度是吧？你打个头条看看，要不提我有关相声的，他都发表不了。是啊，挺好。嗯，能被人利用，说明你还有价值。哎，还有发光点。这么些年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实话实说，嗯，得感谢谦儿哥。您太客气。但是啊，我就是看得我特别感慨。怎么最后白头发了？哎呦，这早就有了。日月穿梭催人老，过得太快，你这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嗯，现在站台上有时候时间长了觉得、嗯、呀，怎么会累呀、啊、这岁数大了，小时候不觉得累，是现在真是。你包括嫂夫人，她媳妇也说我、嗯、说你什么呀？你现在可不如原来啊。啊，谁呀、啊、说什么来着？这干嘛非他说呀？你不是孙越的媳妇也这么说？嗨，高峰的媳妇都这么说我、啊、你这人缘好、啊、那净交朋友了啊、嗯、得有个好身体。是说相声第一是有好身体。这怎么还有身体的事儿？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嗯，你把那仨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哦，这还这事儿还能这么解释？你细琢磨吧，对不对、啊、你天大能耐，你二十五死了，三十一又死一个，四十、啊、死一个，剩你熬到九十，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呀。啊，是没人抬杠，你有话语权就拥有了一切。嗯、哦，当然了，嗯，相声不好干，它有难度。因为咱们今儿你看这就这点人，千十来人啊，还好干、嗯、抄起来体育馆我们演出，底下八千人，有时一万人，是你要把八千人的这个频率调到一个位置上，这难了。当然你要说让他们都接受你不现实。是吗？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艺人和一个艺术形式能被所有人都接受。哦，你花三亿五拍一电影得了一万个奖，我就不爱看，你能弄死我吗？哎，对，口味不一样。哎呀，你昆曲唱多好，我就说耍猴好看，你也不能打死我呀。对，所以艺术这东西就是众口难调。哎，都不一样。相声最重要的是快乐，嗯，让大伙儿乐。哎，乐完之后如果您从中能悟到些什么，那我特别高兴。嗯，但绝非我强求的。是，当然也有个别观众人找来了，我就爱听不乐的相声。还有这人呢？这一场相声别让我乐啊，完事我感动得跟王八蛋似的，我才好呢。感动成什么样不成啊？你咱也说不了别的啊，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哎呦嚯，这牙根太深了，这个那怎么办呢？是吧、啊、我可能艺术也达到不了这么高。嗯啊，能够尽量让观众快乐就好。是，岁数越来越大了，嗯，尽量的别打架啊，别拌嘴，那尽量好好说相声。是，当然这点我得向谦儿哥学习。怎么又学我呢？在这行素质高。你瞧，又捧我。真的，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你什么瞧过于谦儿跟人打架？啊，对，咱不打架。没有，嗯，他也有时候也别扭。是吗？这人说话不好听。哦，这人背后骂于谦儿，他别扭吗？当然，也别扭，但是不还嘴儿。不打架。人生最高的境界，最大的修行就是闭嘴不说。人家做到了，你瞧瞧啊，买好多孔明灯。嗯，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哇，好家伙、啊、送你们上西天。哎呀，好家伙，我比他黑暗多了，我这心里、啊、玩法不一样嘛，是吧？这玩人的，这是说相声第一是身体。 嗯第二是文化，文化素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嗯，哎呀，说把这个谁张三啊李四啊捧起来啊，嗯，说花点钱让微博上到处都夸你好，这都做得到啊，这容易。请个文化公司十万二十万的，他都能天天的满处捧你去、啊、粉丝嘛。但是这个东西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哦，那你能把他骗到体育馆来吗？这也做不到。
买票，卖票是最难的嘛。嗯，所以说艺术最后还得靠能耐。是啊，文化这儿也是最高。你瞧，又是我，这说相声净是幼儿失学，像我、我在我们这行算是文化水平高的了。嗯，但是跟他没法比。我也不至于。于老师是个大和尚。大什么叫大和尚？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对。哎，对了，你是哪个大的？不是，你是哪个业哪个大？你大业大大业了二？你业什么呀？我你说什么？不是，你是哪个大了学了那个那点子业？嗨，不是你哪个业？你哪些业里毕的？你什么乱七八？你哪儿毕的那点子业？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你哪儿造的孽？不是我干嘛去了？我不是给都有造孽症吗？你别你等会儿吧，等造孽症吗？我就明白了，我给您翻译一下啊，您是不是想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对。哎呦喂，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你什么比喻？我怎么想太恶心了？您是哪儿业？我是，嗨，北京大学。你看这玩意儿，你说你不服行吗？怎么了？你不服行吗？啊？嗯，我们俩算齐了。我是清华的博士，我。啊，校友们好。谁跟你校友？都从小。你等会儿，你清华的？就清华的。是清华池的吧？你得。哎，我要戳死你，你信不信？啊，还是清华池的呀？你说的那是那个，就是北京那个清华池洗澡的那儿吗？就五湖方桥吗？不是，我是湖广会馆对面那儿那个。还是那儿啊？不是一样。我不是在池子这儿，我池子后头，烧锅炉的。不是，你看，你就跟他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聊，你知道吗？池子后头吗？我清华的呀，真是清华大学的。哎呀，就我这一肚子能耐，我告诉你，我甭说都，我就吐一半，你就吃不了。我吃那干嘛？你别说，你说你吃多少？我你吃多少我吐多少。我这好，咱别说吐的事儿啊，不让吐。您真是清华大学的吗？那当然了，您有能耐。嗨，能耐不敢说，反正就是胆儿大，是吧？什么叫胆儿大呀？我都客气了，我都说你比我强啊，还不依不饶，干嘛？这就典型一说相声的，不叫不依不饶。您可以，他可以，他真可以，在后台啊。怎么了？观众来了，郭德纲签个字吧。啊，接过人家签字笔，写郭德纲。啊，到这儿于老师签个字，好，也找我。于老师这份大了，怎么得拿毛笔跟人签？毛笔见身份，写于谦这俩字儿。对呀，好家伙，你等会儿吧，我这里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净写错，哎，嗨，更不怎么样了。写字画画都行，啊，这都行。哎，画画，他爱画画。是啊，还上那中央美术学院那个培训班报名去了。我是从基础学起，我能学画画吗？那怎么不能？人家乐了啊，那怎么不行啊？欢迎于老师。你们这儿有那个素描吗？哦，学素描，就是那个脱光了衣裳坐那画那个。干嘛非学这人体素描？就大姑娘小媳妇儿就脱光了那儿画那，你瞧，学那这有什么可害臊的？啊，当然也有男的，也有男的。废话，我能不能报名啊？那个人家谁拦着你啊？真报了，报名交钱，啊，去了。去两天就不去了。怎么不去了呢？嫌冷。哦，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那是冷。这个特别可爱。我学的不是这个诗词歌赋，写字画画，没有不行的。那得练呢。当然我们就说互相学习呗。对，我比他有强的地儿。谁都有强的地儿。写字画画不是他，但是我比他脑子还稍微快一点点，反应灵敏，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也好啊。整个说相声里边啊，嗯，头一个玩电脑的就是我。您怎么玩这电脑？打字儿啊！您这是打电脑呢？不是，打字。打字啊！头一个。你老带这么大身段干嘛？你都怕后边观众看不见。这看见不叫打电脑。头一个打字的就是我。哦。哎。玩电脑。电脑每次有更新，有新配置。哦。出了新的了，我先买。您都行。那是他，倍儿羡慕啊。啊，你这我不会上家去啊。最近电脑有什么？我说跟你说没用，是我跟你讲配置你就不懂，我只告诉你我现在电脑万能的。怎么叫万能呢？哎，万能电脑啊，最新的什么都有。哦哦哦，都傻了。嗯，趴那看啊，你这电脑里边怎么有一碟子呀？哦，傻子过来，那是微波炉啊。嗨，我连电脑都不认识，趴微波炉前面看半天，啊，纳闷怎么还转的呢？啊，这废话。这边，这是电脑，看过这了吗？哎，哦，万能电脑，怎么可以提问？人可以跟他提问，你看他的脑子跟人一样，比人还快。你怎么个提问法？你随便问。于谦问啊，啊，
18456.72元，乘以425694，等于多少？哦，电脑啪啦啪啦啪啦，特别快啊！所以最后不知道。哎嗨，哎，那还提什么问的那个？跟活人一样。哎，对，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电脑不知道。哎、对你跟电脑加一块是俩傻子，是吧？懒得搭理他，他乐了啊！哦，电脑再问你问题，怎么着？我爸爸在哪儿呢？哦，电脑啪啦啪啦出字啊！啊，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呢。哦，乐了呀！嗯，不灵。怎么？我爸爸上美国旅游去了。哦，我说你换个方法问。怎么问呢？又问。嗯，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嗯，出字了啊！啊，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听说过。哪有这么俩答案的呀？这多好，多好什么呀？哎，这就是知识，这什么知识？这没事就多得学习知识。嗯，学习啊，学习。有个对联说得好，嗯，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学问怎么样？单说您得归着归着这嘴里头了啊。学问起源于方言是吧？哎，没有，你就说普通话。没事就爱学习，爱看书，嗯，满肚子的书。全是学问啊！是你说得出来，都有书，嗯，四大名著，还能摸出来？四大名著，哎，哦、三字经，嘿，百人姓，哦，五经，哦哦，是是，四书，哦，你好好摸摸你四书啊！哎呀，你来来，你摸摸你二大爷来。什么是意思？你这哪儿啊？讨厌你们这个拿伦理找包袱的人！嗨，没有摸四书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知道吗？可不是吗？爱看书就是爱看书。嗯，当然我那儿传统文学多一点。您喜欢传统的？有时候找本新书要了命了，是吗？那天啊，想找一本一个科学家霍金1988年出版的那本《时间简史》。哦，那中国也好，世界都承认科学方面的里程碑式的一本书。这是翻来翻去，《时间简史》找不着了。这是新书，我给于谦发一微信啊，你有《时间简史》吗？啊，给我要，给我回过来了。我说什么呀？我有时间也他妈不简史。哎嗨，我这学问是不如他，你这怎么弄啊？我都简史去了啊。嗯，我就老说啊，你不能这样。对，是不能这样，好好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是知识，什么都是学问，都得学。哪怕一个普通的汉字，拿我们一瞧，哦，这个有问题。汉字能有什么？甲骨文的时候他怎么写，到金文汉字的时候又如何了？有变化。仿宋体为什么这儿多一点？哦，都得研究。你比如说啊，嗯，你说普通的一个字，你看，我考考你啊。你说，好比说这是一杆笔。哦，这是笔，看着，嗯，我一扔你就过去把它拿回来。对，我狗啊是怎么着？你说字儿，你扔笔干嘛？别扔啊，别扔啊！啊，我说如果扔了你就捡回来啊。嗨、哎，你最好别扔，看着，嗯，一撇一捺，这是最简单的，这是人呢。好极了，啊，一撇一捺，嗯，俩一撇一捺。啊嗨、哎，那念从啊，脑子够呛了啊，这就快了啊。什么叫够呛了？俩啊，啊。俩人啊，啊，一撇一捺啊，对，念什么？从，好极了啊，嗯，底下来一横，这还念从啊？什么意思？草丛的丛，草丛啊，树丛，对，啊，那为什么上面是俩人啊？上面应该俩草啊？这您解释吧。哎哎哎哎，你干嘛？你拍我干嘛？怎么样？事说事儿，你啊，住了吧？不，你不知道，我都替你美的很。我告诉你了，我有什么可美的？这字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你看看啊，俩人底一横，这字不念从。哟，那这字应该念什么呀？床。这都我们清华的同学们知道。哎，别提这清华同学了啊，他不念双人床吗？哎哎，什么呀？哎，俩人底一横念床啊？你比我想的周到。没听说过。念炕也行。这个没有这么通用的。这就知识啊，是吧？啊，一个门，嗯，门里边一个人念什么？闪。你看看啊，一个门，嗯，门里边一个马念什么？闯。一个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念什么？闻呢？对啊。一个门里边一个于谦念什么？
不知道了。抓阄的阄。我是那龟呀、啊、我是。什么抓阄的阄啊，您别长知识啊，就没有这知识。这个一般来说每一个字儿就是念一个音。是。但是有的一个字儿呢是三个读音。您这胡说了，中国字都是一个读音。你不能这么解释啊，咱们确实有的字是不同的念法啊，而且不管中国国外很多字都是一个字念仨音，这哪儿有一个字念三个音 ？W，W 是不是一个字仨音？你看看，你是没挨过 W。你别 ，W 是外国字。来来来，考你中国字一个字念仨音的啊，一个四四方方念什么？口。口里边加个十字儿，甜，上面出头，油，上面不出头啊，嗯，上面擦了，擦了就不用擦了，你就是写就行了。下边出头，下边出头念甲，好啊，嗯嗯，上下都出头，这是身，好，上下都不出头，嗯，左边出头，列位，长知识啊，一个甜啊，啊一个甜，一个甜甜、啊，左边出头，一个字儿念仨音儿。这还真不知道了，我跟你说轻易的我都不告诉他们，这是说明这船离开陆地了，我不怕你们传出去。哎好家哦哦，那行行，既然有这一个字念仨音的哈、嗯、你来了这个，你给我们来了这个，我也长上学，我听你来了。待会儿你瞧瞧这像学知识的样子吗？撇着大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了，我撇着大嘴，你来了，我招你我惹你了，我该你我欠你的，对吧？你是我大儿子，你是我二儿子，是吧？哎，这叫什么话呀？你会，你来了，我听了。你看，你来了，舔上脸，你怎么了？你这是，啊？怎么你？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授人一字，便为师啊！嗯，你怎么了？你跟谁打听道不得客气？老贾，我上火葬场怎么走？哎，我上那儿干嘛去？怎么就跟我就这么不客气呢？不是你的意思，我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对呀、啊，鞠个躬怕什么的了？鞠躬不就完了？帮不了你，挨不了我的是吧？啊，对呀、啊，来，得嘞。那颈椎有问题啊？什么叫颈椎有问题？不是鞠躬吗？啊、鞠躬九十度啊！怎么杨哥点头呢？还这，那系鞋带呢？不是怎么都不行了？什么叫系鞋带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你要干嘛呀？我们尊重的是人的品行，而并不是发型啊。这是提发型干嘛？没有什么发型，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哎，这你就像一个发了霉的橙子。哎，你少看点外国电影行不行啊？你这个我就从那儿学的啊。啊，你就说这，我恨不得用我的皮靴踢你屁股。哎，嗨，行了，我都老电影配音的了、啊，就不用那个，您就说说这知识。哎，这就对了 啊。一个田字这边出头，这念什么？苍蝇拍。哎，苍蝇拍，就这么三个音呢。那甭左边出头，右边出头也念苍蝇拍儿，这个那是六个字儿。哎，这嗨，怎么另一把苍蝇拍儿？哎嗨，您这一个字能读出句子来？您这是玩笑说玩笑，当然谦儿哥在我心里边位置那是没错。你瞧又来了，他确实除了我之外啊啊，德云社啊，连演员在学员我们四百多人，是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相声团伙啊。团伙，在我们这堆人里边，除了郭德纲，就是于老师文化水平高。哦，就我排第二了。那是那年德云社天桥那园子，你们有人去过没有啊？天桥那小剧场，天桥小剧场，德云社那个、嗯、有人去过啊？嗯，正当中是舞台，嗯、我们接手之后先刷刷浆，归着归着，嗯，然后舞台两侧两边画两个顶天立地的门神。哦，这是老有印象，哎，嗯、这个这边秦琼，这边敬德，哎，画好了门神吧，传统装饰，嗯，我就印象特别深。有什么印象？俩门神跟两边画完之后，谦儿哥拿笔在墙上，嗯，就写诗。哦，我做了一首诗。那是于老师拿笔就写，写墙上啊。德云社内大发身，啊，门神的法身啊，嗯，身穿铠甲似龙鳞，就是那扮相。脑袋倒有水缸大，这大，一泡大粪十五斤。哎嗨，我拿什么衡量这个？我其实也对，是吧？什么对？德云社那大发身，嗯，德云社里边俩神像大发身，是身穿铠甲似龙鳞，穿着铠甲呢。对对，脑袋大，我水缸大啊，画的天立地啊。嗯嗯嗯，他是想脑袋大吃的就多呀，是吃的多拉的就多呀，
身大力不亏嘛。一炮打粉15斤，随后这不怎么样。那、哎、他写的，嗯，我瞧有水平。是啊，刚写完来俩孩子，嗯，一个是岳云鹏，哦，一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这小哥俩啊，俩小孩呢，跟这忙活着，嗯，买了一汉堡。哦，俩人正商量，咱俩怎么分呢？哎呀，于老师闻着味儿过来了啊！小孩不许吃汉堡，谁规定的？这是对身体不好。哦，接过来啊！那那那那那。这孩子连反应的功夫都没有，嗯，吃完了，嗯，哪有创可贴啊？啊，干嘛？我咬手了。哎呵，慢点好不好啊？他走了。啊，俩人气的呀。嗯，于老师怎么这样呢？啊，抢人孩子吃，大人抢孩子。嗯，咱们写诗骂他吧。哟，俩孩子也生气，拿笔在墙上写。他们怎么写？一人一句。啊，兄弟二人。哦，对呀，兄弟二人呢？哥俩。岳云鹏、郭麒麟嘛。嗯，兄弟二人。怎么着？啊，能武能文。捧一下啊，还夸自己能武能文。嗯，嗯，买个汉堡。对，最后一句于谦独吞，这就我一人吃了吗？嗯，俩孩子个小啊。嗯，那这一说十几年前了啊。刚才咱们说了，于老写了四句话啊，在这儿。对，俩孩子写了四句话呢，整在那四句话底下。他个矮吗？连起来就跟一整句似的啊，改一个诗了。哎，于老师缠着药布回来了。呵，哟，我这诗长个了，多字儿了吗？德云社内大发身，嗯，兄弟二人，连上了，是俩人兄弟二人啊，续得好。身穿铠甲似龙鳞，能武能文，秦琼敬德，能武能文是，脑袋倒有水缸大，嗯，买个汉堡，嗯，大脑袋买汉堡什么意思？对呀、啊，哎，这还一句呢，怎么念的？一泡大粪15斤，于谦独吞，哎去。下面请您欣赏接驳论，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哎，刚才呢，我师父还有干爹啊，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说得非常的好哈、啊。你看我们一上来哈、啊，该走就走了哈、啊，是不是多大仇啊？我们说的还行，回来，还让人回来啊？上厕所了，这是哈、啊？是，还走哈、啊？对，哎哎，嗯嗯，这人越来越多了，嗯嗯，好，是说的这还真的。再见，上厕所哈、啊，祝你们成功。嗯，废话，嗯，能不成功？让他们下去休息休息，歇一会儿。这段时间大家伙啊啊，有上厕所的哈。啊，有干什么？越说越多哈。您这艺术就是利尿啊！您，那么您一上来都去厕所了呢？有完没完？嗯，不走了哈。是，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大伙儿认识一下。啊，我的名字叫孟鹤堂，对，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哎呦，谦虚，没有什么名气，嘿，名气非常的小。嗯，啊，跟这位老师比不了。我怎么？这是我的搭档，嗯，叫周九良，是我，也没有什么名气。哎，那您提他干嘛呀？说完痛快呀。对了，嗯，我们哥俩一块儿给大家伙说段相声。嗯，啊，拿我师傅他们来说呢，啊，也说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歇一会儿。啊，我们都是孩子。嗯。啊，给大家伙还抖是不是？嗯。拦不住了。憋会儿不行吗？好吧，由你们去吧。憋会儿嘛，万一姿台上怎么办？你别闹了。对，你这人说话还这么顽强，有完没完？这团儿走了。您有完没完呢？团儿走了怎么？啊，那我跟谁呀、啊嗯？我跟于老师关系不错。是。啊，那是我干爹呀、啊。对。啊，打小从家里长起来的。之前我给于老师啊，就是当助理。哦。那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就是跟包、啊。于老师大家伙也都熟悉。都知道。三大爱好。没错，抽烟、喝酒、烫头，大伙儿都知道吧？像我们这小模大耳从身边长起，也有三大爱好。您什么爱好？点烟、倒酒、给人烫头。对，烫。您说碎催就完了。不伺候角儿吗？对不对？对了，你于老师经常喝大酒，嗯、一喝就喝多了。是。有一回，喝酒喝多了，我得开车接他去。哦。半夜2点多钟下了场，跟人喝酒去了。后半夜儿。啊。跟人喝酒喝多了，我一到那儿、嗯、开着车到那儿，于老师从里边。好几个人搀着出来的，都这模样呢。嗯，怎么
瞧这脚步站船头上了，这是来了，不是来了，赶紧上车吧。这于老师要猥亵你是怎么的？什么表情啊？喝多了你怎么办呢？啊，眼神迷离。不是上车吧？嗯。于老师一开门上车了，上的主驾驶。他要开车。一挂档一踩油，呜走了。这不酒驾吗？我还没上车呢。您先等会儿，你下回就说给他送车去就完了。他走了。嗯。你说酒驾这个查的严，咱搁二上、嗯、是对不对？危险呢，是你把人撞死怎么办？主要是新买的车呢，对不对？嗯、赶紧吧，后边我刷一摩拜单车，后边跟着。哎，蹬着呀，后边跟着，那追得上吗？你他开的也慢呢。哦，于老师在车里边边开边吐。您先，边开边吐。你学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技术活？一挂档，一给油给猛、啊，怎么那么恶心呢？就流了啊！哇，不低头。你瞧，于老师吐永远不低头，一躲车，你给我，您这相声说的还真干净。前面有一红绿灯，一脚刹车点住了。嗯给咽了，干嘛还回流一下是怎么着？等红绿灯的时候啊，边上有一车，嗯，车里坐一小姑娘，哦，长得还挺漂亮。那老师这么大岁数也不正经，你说还拿眼瞟人家呢？你看这是正事儿啊。哎，得，就为吓唬人玩是吧？开车走吧，野家离家近，嗯，一拐弯到家了。到家人保安很负责任，小区保安嘛，先生出示一下您停车证。哦、摇窗滚子嘞，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人家保安一看都喝成这样了，赶紧进去吧。嗯，一进去车停好了，趴方向盘睡着了。这会儿我后边等紧灯呢，我这儿。哎，对了，灯到了，一开门，我天，这车里这个味儿啊！我说下来吧，干爹，下来吧。下来一见风，酒劲儿又上来了。我要小姐，死不死啊？喝成这样要小姐，这不浪费钱吗？不是，不是，这不是道德沦丧吗？这不是？对你怎么能干这事儿？那么大明星，那么大腕儿呢？我说，您看我像不像小姐？哎，对了，解小手，嗨，舌头都大了，还解小手？这就。都这样了，就别讲究了，就别让树坑尿吧。于老师过去站树坑这儿，夹开这拉链往下一拉，对，拉开了。不是，您先等会儿，别抖了了，就这还抖了什么呀？这个抖习惯性动作嘛，这玩意儿倒夹不住自己手，这玩意儿。对，拉链拉上回来还说呢，怎么还美呢？今儿很凉啊。怎么还凉啊？搜腿。哎，对了，他要不尿呢？啊，这说实话，又吐了。不是您吐低着头不？那么倔强。我往下摁头，你低头不？来一大喷泉，改了花洒了。啊，你说2点多钟小区人都睡觉了，他在中间闹，喊。哦，你说这么大角儿在小区中间，你说这么闹，你说喝多了，人上班有睡不着的，开灯往下看，那么大角干嘛呢？他看人一看，他来劲了，看我，看看我，都看我，干嘛呀？都看我，把灯开开，都看我，看他干嘛呀？看看我是谁家的。找不着家了，就喝成这样。嗯，也经常碰上这事儿。是，那我跟于老师这么多年，其实确实也没少学东西，除了喝酒啊、烫头、抽烟这，嗯啊，别的东西也学，净学烫头了。那、啊、跟我师傅学的什么？学相声。是，对不对？拿说相声来说，我们考试那会儿啊，就比较难。怎么难呢？啊，因为要求比较高啊。对，首先你得具备几样先天的条件，
这说相声还有先天条件吗？首先一点啊，什么呀？你得有嘴。废话，讲不讲理？嗯，你没嘴说不了相声，对不对？有嘴不开缝也不行啊。像这个嘴得什么样的嘴呢？嗯，小薄片嘴。这还有要求？像我这样呢？你啊，小薄片嘴，你像他那不行，他那皇上他妈怎么讲？太后，对的。哪儿学的俏皮话？不行，而且嘴里不能有毛病，嗯、像什么咬舌、见舌、大舌头，这都说不了相声。哦，啊，你不是大舌头，你怎么说相声？说话费劲。对呀、啊嗯，你说话费劲呢。你比如说老先生过去在台上老说那么一小段什么呀？说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顺墙头扔出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你看字斟句酌，字字入耳。对，把每个字都送到您耳边，清楚，对不对？你让大舌头说这个，他怎么说？这一样说呀。嗯啊，说慢点儿，费劲。慢点说一样。慢点说，您听着啊。喝。啊，就是说。说话把什么口吃吃这时候我不能吃肉顺墙头扔水纸一声您才怎么着啊嗯屎了呵笑话吗嗯这听完拉不出屎来的这不好听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这都是不要命的最要命什么呀、哦、结巴哼说不了相声甭说说相声凡是跟语言类沾边的工作都干不了哦，咱在这可以举几个例子，譬如说，但是举例子之前，咱得托付两句。干嘛托付两句？因为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哦，对不对？你是保不齐哪儿就坐两位，有这小毛病的。哦，就是结巴啊！您要有这小毛病，您就不是外人。谁呀？在这儿您就是我二大爷，行不行？跑这认亲来了啊？哦，有一个结巴，一二大爷呗。哦，就有您一二大爷。嗯、哦，俩结巴呢？俩二大爷呗。仨结巴，仨二大爷吗？四个结巴，我送你俩二大爷吧。这二大爷怎么还能送人呢？你给我找那么多结巴二大爷干什么？对是，托付托付，哦，有好处。为什么呢？结巴一人来坐着，他没事嗯，他观听乐，人听不出他是结巴来。是，就怕俩仨朋友一块来呢。哦，我是台上，我这一学结巴，啊，还挺开心。你旁边有那坏门的朋友，啊，学你呢。学你这位怎么那么欠、啊、你这不找架打吗是对不对所以托付托付有好处哦这结巴呀凡是跟语言类沾边的工作都干不了您说说都有什么呀比如说电台整点报时、哦、报时大伙都听过吧嗯当当当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3点整是你要走就好好走我都看见了还毛那么深腰大伙都听过吧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让结巴来这个耽误事当当当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3:04对整四分你整出4分钟去嗯你就多耽误事是对不对不是这个地铁报站他也来不了啊啊北京有1号线大伙都知道哦啊什么那个啊西单呐、啊、天门西天门东啊，王府井，东单，啊，这么一趟线吧，是、啊，其中有这么一个站，啊，天门东，乘客您好，前方到站天门东，嘿，是这么报站吗？赛波音，你让他来这个耽误事儿，嗯，乘客你好，还挺客气，前方到站哪儿啊？天门东，东单到了，对，啊。溜过去2站地呀、啊，这是你说多耽误事儿？下回西单的时候报天安门东就行了，你对不对？而且这结巴呢，刚才报幕员说咱这节目叫结巴论，对呀、啊，叫结巴论，咱就得论出点什么来。您有论点吗？这结巴呀，啊，跟正常人说话哪儿不一样呢？有区别在哪儿？字与字之间的时隔不均等，嚯，说不上哪个字儿长，哪个字儿就短，真有研究。而且在这个不规定的某一个字儿上，好重复这个字儿。您那么说不直白结巴分3种那3种分前结巴中结巴后结巴怎么还分阶段什么叫前结巴呀您说说他说话逮不着头一个字儿哦他这头一个字儿要逮着了嗯后边跟正常人说话就一样什么样的你比如说马路上见面打一招呼哦你到哪玩去简单的问候就这么一句话哦前结巴他逮着头一个字您听着怎么说呀
还没挨上打呢。这位要说话是要打替分，这是。你头一个字出来了吧？是，这就算逮着了。哦，后边跟正常人说话就一样了。怎么说呀？你到哪玩去？这是前节目，是中节目打中间那打磕吧？哪儿啊？你到，我到，再到就怼上了。到还到呢？哪儿玩去？哪儿玩去？哎呵，一出了一过中节目，最要命的就是这后节目。这怎么了？你都知道他要问什么了，嗯、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至于的吗？你看，你到哪儿玩？啊，到哪儿玩儿去？火喷人一脸。前结巴中结巴后结巴，嗯，为什么咱们对这这么了解呢？原因是身边有这样的人。哦啊，我有一个发小，有街坊啊，啊，叫光大。叫光大姓什么呀？姓庞。对，非常好听的大碎炮啊。你叫人小名做什么？他小名叫能憋吧。没听说过庞光大。嗯啊，你这光大嘛，对不对？名字起得非常的好，发扬光大。万万没想到他父亲姓庞。嗯，拿光大来说呢，他就是结巴。嗯，刚才说那三种，前结巴、中结巴、后结巴，他是哪种？这三种都不是。那他是？他是综合结巴。怎么还综合结巴？你根本逮不着他在哪结巴。哦啊，经常能碰上他，小区附近老能碰上他，骑电动三轮车。那天我就碰上骑电动三轮车，骑倍儿快，速度70迈，七十迈。为什么70迈啊？因为心情是自由自在啊，边开边唱呢，还骑电动三轮车。我一看是他，我打个招呼。哦，喂，干嘛的光大？他一回头一看是我。哦，上哪儿？拐弯了。对，这倒霉倒霉70迈上了，知道吗？你到哪去哪儿不知道？他那个坐骑就没个闸什么的吗？你没问出来。哦，你就嘴里耽误事儿嘛。哦，对不对？你其实他们家也不困难，老北京人坐着躺房躺上地，对不对？坐着躺房，坐着房躺上地，就为什么蹬这三轮车呢？原因是嘴里有毛病。哦，干不了别的。是啊，就这个他都耽误事儿。这怎么？三轮车给人拉货呀。嚯！啊，拉一车货，你怕货散了，他拿绳给勒上。这边系一扣扔过去，那边有人给配合啊，得标注了。他是指挥，他说勒，那边嘿勒，别使劲嘿勒，要不然散了，勒我手了。嗨，这还使劲呢是吗？松开。哎呵，手差点勒折了。嗯，你说这都多耽误事。这还加油呢。有时候在这个小区里边，嗯，我们一块长起那发小有坏门的，老坏人家。怎么坏人家？你这不道德，你这啊，一碰上面叫人，哎，干嘛去结巴？一说他结巴，他不乐意。谁乐意听这个呀？哟，有话说话，别动手，知道吗？谁结巴？哎，这位也是没囊没气，哎，这位说完之后。心里边不是高兴啊，因为这句没怎么结巴呀。太对了，哎，你看说你还不承认。嗯，这么着，跟我学说一句话，你要能学上来，我们哥几个证明你不是结巴，行不行？不理他们，说。哎，还硬站了还，行，够机智啊。嗯，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鱼儿离不开水，说吧。哦，听着来。鱼儿离不开开水。对，开水，我改了水煮鱼了。这位一琢磨不太对劲儿啊，啊，对不对？多新鲜呀。那位又说了，这么着光大，嗯，也别考你这个了，你给我们学个鸭子叫唤吗？是，你学个鸭子叫唤，我们请你吃白瓜子儿。这就是欺负人了。你这不欺负人吗？嗯，他哪干这个呀。哦，对不对？不受这个。当时不乐意。嗯，我不学鸭子叫唤，对，有志气。我也不吃你的白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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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儿。您这朋友夜店干过吧？那自己琢磨说上来了，多新鲜呀！
学上来了，一生气扭头走了。嗯，你不理他们就完了呗，那早就不该理。别看他们聊天，一出门干嘛去？打一辆车。是啊，出去溜达溜达，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得问呢。哦，先生，您到哪儿啊？嗯，70迈啊，70迈，自由自在。我问您到哪儿？先70迈。大，这会车已经开了啊。停车到了，这太急茬了吧？这也开哪儿去你？哇！往后给我倒点。哎，你这还急脾气？你还谁急脾气？这你就倒点，下车吃饭。哦，马路对面有一个饭馆。是啊，大伙儿都吃过，也都熟悉。兰州料理都吃过。哎、啊，你说拉面我们听得懂，你就这么说不大气吗？是兰州拉面，人广告写的好啊，兰州拉面现吃现拉。啊，怎么那么脏啊？新鲜还热乎呢。新鲜。啊，广告什么词儿？现场制作。嗯，进了屋一说话，嘴里吃了亏了。怎么了？跟老板说话呀。老板说我这招菜了，是怎么着？哎，对了，什么动静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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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叫猪呢？啊，老板，嗯，我要拉，你那边拉去。呵，这老板不容人说话啊。面啊，直接说面就完了。说吃拉面不就完了吗？啊，坐这等着。我给你拉去啊。对，回来什么就给拉去呀。老板到后厨不一会儿给拉出一碗来。嗯，老板好心眼给的多呀。嗯，钢尖一碗。哎哎，哇，还真是新拉的啊。钢尖一碗。嗯，好心眼嘛，他那儿坐着，这边调料盒，老板问他吃不吃辣的。嗯，吃辣的吗？嗯，吃不吃啊？一会儿坨了啊，这端出来就是一坨呀。嗯，哎，太对了，怎么吃费劲呢？来一勺行吗？嗯，少。哦，能吃辣。能吃辣，来两勺。一勺不够啊。嗯，少。嗯，能吃辣的，来，看我。哇，看了吗？看行不行？哎，耍上了这位。少，还少，能吃了，都给你，咵，全扣里了。少放点儿。啊，少放点儿，怎么吃？你吃，我看看。那他还急了，拉不死你。嗯，哎呀，他生气，老板也生气啊。你说你嘴里有毛病，你还非得说少，你说别，我不就不放了吗？这别教学了，这就怎么还现场教学了？你说你这怎么办？我再给你来一碗吗？老板到后厨，当，又给来一碗。哎，这个好肠胃呀，这是。又来一碗，吃吧。嗯，吃完之后出去溜达溜达，去哪儿了？去北京西单，出地铁，有点不认识道了。嗯啊。自己站着有点迷糊。这怎么着？这是要丢啊，这是他们说自己呢。他跟自个儿说话都接吗？你说可气不可气？那得问问路啊。对，他不能丢在这儿啊。问这边过来一位，你家那人多。是。说话呀。再见。人没理他呀，谁有功夫等他呀？呵，这边又过来一位，慢走。不是跑这送客来了是怎么着？你这也不行，不能解决问题呀。是啊，想一办法。什么主意？等人走到跟前把人拽住了再说话。哎，这行得通。这边过来一位，嗯，走到跟前啊，先别言语，到跟前了一把把人拽住，大哥。人对方没动手吧？莫走，还莫走，我能耽误您三分钟、30分钟的时间吗？
看看新闻联播是吗？耐不住三十分钟你要干什么呀？是啊，我就干什么呀？你看十分钟了吧？哎，对了，给自个儿打出副业来。不来气人，那位一甩手走了。嗯，他这不行啊，是还得问他，不能丢在这儿啊。嗯，琢磨琢磨，放平心态，组织好语言。这边又过来一位，一把把人拽着了，大哥，莫走，问路。说西单怎么走、啊、这行了，成功了、嗯、这就算问出来了、嗯、但是可巧的是这位也是个结巴、这凑一块儿了，这是对不起、哦、我也迷路了。哎，对了，爱什么劲儿啊 ？I'm sorry。哎，就这口条，别拽英语了，就行。你不知道就不是你干嘛学我？误会了，谁呀、啊？嗯，我爹的，我学你。嗯，疯我咱我打小就这我你听出这功底了吗？哎，对，这就别谝了，这就我还有用学你真有我打小打你还上瘾了是不是？哎，对了，模仿能力强啊，这位告诉你今天你走不了。怎么还不让走啊？就是我非得踢死你不可。要打架，这位混你小腿，能晃可不小啊！怎么着？踢死我！你这是爷之前他干什么什么地方？嚯，有点架子呀！单营之前干什么的呀？甭聊这事儿，怎么不聊了？聊完天黑了。哎，对了，告诉你，我知道。今儿你要踢不走我，今儿我还就踢死你！你哎呀呵，这给气的！您这别着急呀，要干嘛呀？咱俩发微信吧。来扫我，好，摇吧。摇你看，你看，科技造福人类，要么说不加陌生人，你说怎么着？嗯，咱找人评评理，怎么样？这边过来一位大哥，大哥，给我们哥俩评理。刚才我问的路，他不告诉他，还学我，你说我是不是踢的？大哥，你别听他，我这我打小我就这样，你听他那断句都不标准。你看咱这功底谁学谁，他刚才恐吓我要踢走我，咱这干什么？甭踢，天黑了啊！咱就说今儿他要踢不走我还就踢死他。大哥，你给评理，大哥你倒说话。这大哥说话了，我不能说话，我一说话我怕你们俩踢死我。撒姐吧。下面请您欣赏电台风云，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还有没有上瘾了？这每回演出啊就弄得跟进货似的啊。回去吧孩子，座丢了。刚才是孟鹤堂、哎、周九良，是我俩徒弟啊。嗯，我们这说相声特别多，好几百人了。是，也别说，你老说咱俩都不是那个小孩的岁数了啊，一眨眼奔五十去了。可不是吗？谦哥四十八九了。嗯，啊，我认识他时候，小脸蛋一掐一嘟水，也不至于那么嫩。那真难，那会儿一天掐好几回。哎，好嘛。后来掐腻了啊，对，奔五十的人，
岁数大了，哎，感慨是吗？谁也躲不开这个老，哎，这是实话。有一天郭德纲也得有个七十八十，嚯，七十八十，一百，您活一百，一百二，一百四，这真不嫌多，活一百四，活一百四，然后夭折了。这还夭折了一百次。有一天这一报幕，嗯，请欣赏相声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嚯，郭德纲一百次，哎呀，这多大乐趣！这还上台呢，我估计我要从那儿走到这儿，不得四十分钟啊？走一个小时，人也有原谅。这岁数在那儿，到这儿得喘半天。啊，行，能站住了就不错。哎呀，嗯，大家好。啊。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不，我叫郭德纲，还小学生，一百四了。是，介绍一下于老师。哦，我也来了，在这个盒子里边。哎，你不是带相片儿？你不是，我知道，我怎么都在盒子里了？我今天这场演出啊，为了纪念于谦老师，嗯，去世一百周年。哎，好，我已经死好几年了，那个。啊，大家见个面吧。这还见面呢？你这骨灰盒这盖儿打的。哦，见面。我可不能把你这盒捧起来。不捧起来怎么见面啊？我一百四了啊，估计得有帕金森。啊，就是哆嗦了。这捧起盒的，哎呦，您把我都挫骨扬灰了，这是。扬了倒不要紧啊。怎么？关键是我有鼻炎。鼻炎干嘛？打喷嚏多难受啊！哦，您鼻炎难受不行。对呀，把我嚷了您倒没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一盒可装不了多少。对呀，你说我就这一盒，我演不了几场啊，这个你会影响我的收入。哎，对，那怎么办呢？那会儿让我儿子每天扛一袋水泥后边跟着，这干什么用啊？扬完了就装一盒啊。好，我这骨灰见面还掺假呢。玩笑说玩笑，嗯，希望您多活些年。谢谢您吧。硬朗朗的，你这有个三长两短，嗯，你说你的家里人不对我管吗？是不是？啊，用不着，用不着，别操那么多心。嗯，这人呢想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在一块儿干了快半辈子了，其实我们很感慨。是吗？我就是一个不追求上进的人。哟，您太客气了。真的啊，我除了会说相声，别的真不灵。别的不会，说书、唱戏、说相声，这三样我还行。嗯，哦，这就行了，干别的不行。你还其实这行说的根儿一句话啊，嗯，说相声的好好的说相声，嗯，当然听相声也好好听相声。对，这两者都做到了，就是和谐，各司其职。就怕这个，嗯，说相声不好好说相声。哦，哎呀，老憋着通过说相声我就如何如何发大财了。嗯，能发大财的方法都在刑法里边写着呢。啊，都在刑法里写着，不是那么容易啊。哦，好些个说相声为什么不挣钱，就是他不好说相声。哦，好些听相声就不好听相声。怎么叫不好好听呢？真的有部分听相声的，嗯，听到最后就听成了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表演艺术家能听出来？列位，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是，我都干了半辈子了，我还觉得我不会呢。嗯，你说你听了两天，你怎么就能成为专家呢？是，还有好些听戏的观众爱犯这毛病。怎么？哎呀，我打十五就听戏，我听了今年七十二了，我这戏剧我应该教给你如何如何。列位，不是你得病一辈子，你就是大夫了。啊，这倒是，那是两回事儿啊。嗯，所以说说相声得好好说，嗯，听相声得好好听，这也对。除了这三样之外，咱们再能干的可能就是做个节目，啊，那有综艺节目可以去一趟，或者是拍戏，是，这是离着相声最近的，因为都是表演嘛，是，啊，离着还近一点，干其他的不行，不行吗？啊，顶多或者咱们弄个电台播音做个节目，这还行。哦，电台也可以去做节目，现在电台好像没有原来这么火爆了，也有一部分人想电视都没人看了，嗯，对吧？人好些人都不爱做电视节目，为什么呀？嗯，人说了这行讲话了。到点坐在那儿吃完饭就看电视的没有购买力。哦，不花钱。那是有钱都上传了啊。嗯，啊，这嗨，这是不是都是有钱人？您这玩意儿，嗯，我们后台我们主持人侯震，嗯，我师弟侯震有句老话，嗯，哎呀，人有钱人都天天出去吃喝嫖赌去，谁有功夫干这个啊？这嗨，对吗？嗯，也有他的道理，当然不太准确。哦，当年电台了不得，当年电台火过一段，看不见的电波。是啊，多少说相声，嗯，多少人做节目的都通过电台是最早红起来的啊，这是一条路啊，包括到现在其实有时候开车出去，嗯，不管到哪儿我发现了人都离不开电台。
哦，那车里边只能听他，不管是国内包括上国外去啊，国外那车那又多啊，对，在这边外国司机他也打开啊、哦、也得听路况啊，听个音乐，是咱们这是左舵啊，解闷儿、啊、还有这中舵，中舵是三个轱辘啊，摩托车呀、啊、三蹦子，您说那到天津叫狗骑兔子嘟嘟嘟嘟，中舵啊，那不算，那个他听个路况、嗯、听个歌，听个什么呢，也挺好，电台，有一天真是我有一个电台，我估计我倒能给他玩出花来。电台还有什么花可玩啊？各种节目都可以啊。您要做电台，郭德纲广播电台啊，这名字就起出来了，好不好？郭德纲广播电台，哎、嗯、郭德纲广播电台，你算是分台哦，还有分台，好不好啊？行，我有三个分台。哦，都三个呢？我是总台啊。啊，是总台是郭德纲，分台、啊、你是第一分台。第一分台，郭麒麟是第二分台，是郭汾阳是第三分台，我儿子辈儿了，我这是，你别给我算在他们那里，要不你算他们俩后边，好吧？我就甭，你算孙台，好不好？不用，不用，不要啊，不用，嗯，不要孙台啊，行，我就不跟你们掺和。那行，那行，那行，嗯，郭德纲广播电台，哎，您就说您这个，现在为您播音，这就开始了，99.81千周，78.56千赫，这是两道数学题，刚才是本台第一套节目，哦，现在是第二套。还两套，请您区别第一套跟第二套的不同，有什么区别？第一套带鸡蛋，第二套不带鸡蛋。嗨，两套这是煎饼果子。现在是本台播音开始了，现在是歌曲大世界节目时间，大家都喜欢听歌，不知道观众喜欢听什么歌曲，您可以问问呢。我们接听一下热心观众的点播。哦，叮叮叮，电话，您好，您好，是我吗？不是你吗？是您，请讲。嗯，我是一个老北京啊。嚯、哦，我姓于，都管我叫于大爷。哦，我儿子是说相声的于谦，我爸爸。我是个老北京啊，好好老北京、哦。您有什么要求吗？嗯，我要点首歌。嚯、哦，给邻居孙大妈点首歌。孙大妈有什么关系？播出的时候想着留神，别让我老伴儿听见。哎，好嘛，就别跟这掺和了。我就爱听刘德华的歌。给点一个吧啊！刘德华他谁都爱听。刘德华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香港演员啊啊，影视歌三栖明星。哦，他的很多歌曲脍炙人口。对，今天就请您欣赏刘德华演唱的《西河大鼓忘情水》。嗯，怎么西河大鼓了？真有鼓。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了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够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啊！什么玩意儿啊？这现在是广告节目时间，这广告了。哎，这不是于谦老师吗？我是我呀。哎嗯，您的嗓子怎么了？对呀、啊，痔疮。对，没听说了，痔疮长这儿啊？得了痔疮怎么办啊？请您选用，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牌药膏。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牌药膏。是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药二厂制造的。哎呵，好嘛，谢谢您各位的收听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古董大世界节目时间。我、哦、还玩古玩呢。众所周知、嗯、现在古玩行业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要发财的必经之路。哟，在去年一年、嗯，美国拍卖行业一共创造了利用很多钱。哎，这还没弄清楚这位。本台也请了很多的古董专家到民间去，嗯，要给百姓们亲自鉴宝。好，请收听现场发来的录音。啊，现场。专家，您看看我这碗值多少钱？哦。哦，您这个碗、嗯、这个釉色这个光洁度很像去年我们在纽约拍卖那个卖出了220万美金的那个宋代的瓷碗。哎呦，它的颜色质地大小都差不多。好，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您的这个碗边有些破损呀。如果是完整的话它价值3块钱。哎，好的才值3块啊。专家您看看这个是什么？啊啊，
塑料凉鞋。啊，对。专家您看看我这个是什么？这个午餐肉的盒。哎，对，也没有。专家您看我这个是什么？嗯，饼。哎，这饼都不认识了。这个专家，我是一个老北京啊。啊，我姓于，他们管叫于大爷。哎，这又上那儿去了。您看这是什么呀？嗯，哟，这于大爷这还真不认识。这什么呀？我就知道你不认识。这是这赵大妈的裤衩。哎，去，没听说过。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健康走着瞧节目时间。健康走着瞧了都，那还播什么？我们特请了著名的医生王百顺先生接听患者电话。哦，大家好，我是王宝信，医者父母亲，我们家三辈从医，我愿意大家健康平安。好，请接听电话。来吧。您好。嗯，是王大夫吗？嗯，是我。嗯，请问您哪里不舒服吗？哦，我问您一下啊。嗯，我家那个小狗不下狗，怎么回事？哎，配了吗？嗯，配了。嗯，配的怎么没有呢？我哪知道，又不是我配的。嗨，下一位。这什么电台呀？这是王大夫啊。我屁股上长一包，拿针一扎就疼。嗯，不扎也疼。哎，对，下一个。这都请的是大夫吗？王大夫，我有白头发。嗯，染。哎，对，好主意。王大夫，嗯，我有病。没病能打电话吗？嗯，我心脏不舒服，你死。呵，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弄死你。哎呀，这脾气太大了。对不起，听众朋友们，王大夫出诊去了。对，打人去了。这是不是出诊了？我们接下来换另一位大夫啊。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嗯，史珍香先生啊。这位幸亏干了妇科了。嗯，大家好，我是史珍香。嗯，快打电话吧。哦，是我吗？是吗？您好，是您。嗯，啊，我是个老北京啊。这又来了。我姓于啊，我儿子是于谦儿啊。哎，行了，他的身份证号是……别提这个了，丢人不丢人呢？那个您好，我问您啊，我啊可能上了岁数了。哦，现在有时候尿尿啊不痛快，是不是前列腺？对不起，我们这妇科这个，哦，啊。这嗨，好，再见，再见，再见。哎，真跟着起哄。现在是我们的评剧外行大家唱节目时间。这外行就别唱了，评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族戏曲。嗯嗯，广泛流传于华北和东北地区。哦，今天我们从网上征集了两位优秀的票友。哦，一位网名叫谁来弄死我，哟，一位叫我来弄死谁。好，最佳搭档。这是两位要合作演唱传统评剧杨二社化缘的对唱。嗯，戏还不错。两位，一位唱花旦，一位唱小生。好，一位的嗓音高亢入云。嗯，一个低回婉转，都有，请您欣赏。来吧。在河南有位大人杨杨兵部。嗯嗯，好。那是我父二品官。欢迎你的爹娘老人家。爹娘。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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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听出神经病来了。那再唱我弄死他们俩。我这个换点别的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作为北方人，您不爱吃炸酱面吗？什么意思？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说您不希望吃点黄豆吗？这是黄豆的广告。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说离得开黄酱吗？黄酱的广告。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需要点黄瓜吗？黄瓜的广告。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看点黄盘吗？没听说过，谁捧着面碗看毛片啊？你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是我们的恐怖鬼故事节目时间。哎呦，这小孩儿给他捂着耳朵，别让听啊！35岁以上人士，请在父母的陪伴下收听。好家伙，这直接奔那边去了。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禁止收听，那没人听了。今天我们为您播送的故事是《滴血的人皮》。好家伙！听这声音就够呛。小蝌蚪说：“你是我的妈妈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哪有滴血的人皮呀，啊？这个。好了啊，现在是我们的轻松一小时节目时间。刚才那就够轻松的了。我是主持人小轻松，全轻松到一块儿了。我们来听点小笑话吧。这好。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当。当当啷当啷滴当，咔。他一伸手就把孩子撕碎了，抠出眼珠子来，在嘴里就挖心脏喝血。别说了，俩节目串了吧？您这个，这不吓死俩孩子？您在这
对不起，刚才录音带弄反了。好家伙，这什么电台呀、啊、您？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美食节目时间。哎、啊，这听点轻松。我们请国家特一级厨师王先生给大家讲解红烧肉的制作方法。啊，听听这个。老铁们，红烧肉、大肥肉，是啊，双击666，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出什么来？怎么做呀？到底这？播送完了。赶紧完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嗯，现在是我们的节目预告时间、哦、我们将在近期推出一档大型的两性话题的节目，叫激情总在后半夜，每天深夜00:00播出。哦，现在接听观众热线。问我是一个老北京啊。好家伙，哪儿都去。这位激情总在后半夜开始了吗？啊，对不起大爷，后半夜才开始、啊、现在是上午10:30。哎，来太早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相声点播节目时间。哦，在这次节目当中，嗯，我们收到了热心观众，嗯，郭德纲于谦的来信。怎么改热心观众？他们俩点播的是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这俩没羞没臊的，你点自己的相声。好了，节目播送完毕。嗯，接下来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杂技节目时间。这玩意儿能看见吗？这个走了走了，咚滴个里根咚，杂技播送完了。接下来是大家喜欢的魔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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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们盼望已久的剪纸来了。这都是电台播的吗？这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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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现在插播一个体育馆现场传回来的消息。哟啊，第三届全世界银枪刺猴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好家伙，银枪刺猴是传统武术中最激烈的，是有两个队员面对面站立，嗯，一个双头枪分别顶在双方的喉咙，对，一二三用劲，银枪要弯掉，人安全无事。这就是这个，预备开始。是，一二三，这他死了。节目播送完毕。哎，对，人完毕了。这是接下来是广告节目时间。又到这个了。王姐，这是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什么都有。意外怀孕不要怕啊，到大铁棍子医院找佟主任。嚯，3分钟安全手术。嗯嗯，耽误工作吗？嗯，不耽误工作啊。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记住、嗯、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哎，广告语也有。接下来是我们的京剧大观园节目时间。哦，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95岁高龄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华老师。好，请收听王老师的讲话。嗯，大家好，我是王秀华。这是唱京戏的吗？这个我从小就喜欢那个京戏。嗯嗯，当时那个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夸我。夸你什么？说这个妮儿这个嗓子可好，是可适合唱豫剧了。嗨，这跟京戏没关系。我这一辈子我就没上了台啊，啊，没唱了京剧。嚯！至于你们高台说我是个京剧艺术家，这是我只能说，嗯，去你奶奶个孙儿的！这嗨，这不识捧劲儿的。王姐，嗯，我又意外怀孕了，怎么办？你们怎么那么快呀？我不是跟你说一遍了吗？啊，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是。耽误工作嘛、啊、不耽误工作。哦，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哎，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又一遍。接下来请您收听河北梆子选段。是论顿大大大大腾了浪腿雷腾大铺得汤。嗯，并非是好容易听点正经的。嗯，王姐又来了。我又意外怀孕了。你们不干点别的了吗？怎么办？嗯，我不跟你说了吗？啊，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是3分钟安全手术。嗯嗯嗯，耽误工作嘛。哈哈，你这样的就别上班了。对，净干这个了还工作什么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嗯，那么接下来是大家盼望已久的节目。嗯，哑剧还不如魔术呢。这个恭喜大家，哑剧播送完了。什么都没听见。王姐，哼，我又意外怀孕了啊！怎么办？怎么办？我治不了你了。怎么？我也怀孕了。
下面请您欣赏学外语，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各位朋友们。哎，刚才王姐说了一段，是吧？王姐说的非常有意思。是，这人姓郭，叫郭德纲。郭老师好、啊、大家大老远的都是冲他来的。嗯，说的确实不错。哎，连说带唱特别热闹。对，郭德纲呢跟于谦老师属于黄金搭档。嗯，配合也默契。是啊，大家喜欢听。嗯，我们上场的时候大家可以放松放松。嗯，活动活动，方便方便，赌两把就都可以，是吧？哎，因为什么呢，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啊，上个厕所。郭老师啊说了两段也挺累的。嗯，到后台也得歇一会儿。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啊、谢谢。这俩事儿连一块儿说了，这么说不是能够那个什么吗，有点艺术性嘛。他喝不了。反正这个郭德纲的相声说得好，大家都是人所共知的。是，我们也喜欢听。哎，我跟郭德纲啊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您俩什么关系？发小。怎么叫发小？发小这个意思您明白吗？您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跟郭先生啊，嗯，从很小就认识。多好。从小就是朋友。嗯，从小就一块玩。嗯，最重要的从小我们一块长起来的。是，郭德纲人姓刺，大家都知道。哎，啊，他怎么刺了？说话不算话。许给您什么了？你看，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而个头稍微矮了一点。啊，小矮人，后台外号、嗯、我给起的。瞎起、没推开啊，小矮人。这个郭先生相声说得好，对，嗓子非常亮。哎，洪亮，一唱起来能达到嗨 C 那水平。嗨 C 啊，就是多嗨都能塞进去啊，嗨 C。够嗨的。对，一般您在那个海边啊、嗯、河边啊、江边啊听这种声音比较多一点。这是什么情况？救命啊，就这种声音，人的最后一声。哎呵，就所有的力气啊都集中这句话上了。嗯嗯，人家有这个条件。哎，这是先天的条件好。多好，加上后天自身的努力，人家用功了，所以说人家唱得好。嗯，我这个就不行了。您客气，先天条件就不好。嗯，后天我又不能努力。哎，你后天怎么不能努力、啊、后天我有事儿。后天我要坐火车。咱哪个后天呀、啊、就这后天，今天现在星期六。哎，后天星期一。人后天说的是后来。什么后来啊？对对对对对、嗯、反正郭先生先天条件不错。对，加之本人的努力用功、啊、再有于谦老师的辅佐啊，所以人家相声说的好。是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都是两个人合说。哎，这叫搭档。这个怎么组合的这个搭档呢？各位朋友好奇。嗯，刚才说都不，郭德纲于谦说的不错。是，张鹤伦、郎鹤炎大家欢迎。哎，孟鹤堂、周九良大家喜欢。对，这怎么就搭档的一块了呢？您公布公布吗？大家要有兴趣我跟您说一说。咱慢慢聊。不是在这个剧场啊，在我们北京天桥那个剧场。嗯，就是郭老师刚才说的于谦作诗那个地方。哎，在那个剧场。嗯，我们呀所有演员都到场。是，跟您各位一样坐在观众席里头。哎，这边呢是一个方阵。嗯，这边一个方阵。怎么俩方阵？这边这方阵坐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叫逗哏演员。对，写的字面上叫假。嗯，就是说我们的话叫使活者。使活的就是。哎，这边这方阵呢坐的都是捧哏演员。哎，就是我们这工种写字面上叫乙。对，就是他们这样的坐这边。嗯，怎么结合搭档呢？对，由我们这个逗哏演员呢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作为搭档。随便挑，有的原来就认识。嗯，一块说过、啊、关系不错。哎，人家就搭档。对，郭德纲呢，哎，谦哥我先带个头啊，咱这做象征性啊，象征性，谦哥咱俩合作，把于谦领走了。是好。张鹤伦站起来了。 啊我喜欢这个大胖子，长得跟冬瓜似的，我喜欢。哎，郎鹤炎弄走了。嗯，小妹儿呢，孟鹤堂呢，把这个周九什么，他叫周九良，周九良弄走了。嗯，他们呢有的人呢让我也挑。高老师这现在挑呢啊，挑捧哏的呢，赶紧现在趁着他们人多，你赶紧挑一个。我这人先人后己，你知道吗？我说你们先挑，你们先挑，你们先挑。他们挑，挑完又过半小时呢，他们又来。高老师您挑一个，您挑一个，你们先挑啊，你们先挑。
都挑完了，这边没人了，这豆根就您自己了，别谦让，您挑吧。我一听就我自己了，我得挑了，站起来揉揉眼睛往捧根这方阵里一看，就剩他一个人，好，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哟。你说挑他吧，那狗可能不高兴，你把狗牵走吧，你准不乐意啊，你这玩意儿纠结45分钟。哎，狗死了，嘿，我把他我领走了。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你损不损呀？你是不是你掐死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说相声不合格。您说什么？我说相声不合格。哎，你看我就找不好这么恰当的词儿，你看看，还人自己了解自己。不是，没有人用我。对，我捧哏这么出色，没有人用我。您捧哏这么什么？这么出色。您快把出色老喽，您还出色呢您。您捧哏啊，特别您都快出轨了您。说实在，您不出色，不出色，不出色。我不出色吗？不出色。那我们也不次啊。嗯。那我们也不差呀、啊。你看你，人家这个水平好坏没有自己说的。对不对？那你评价真正有学问人有自个儿说的吗？那行行行，大学教授站马路上喊我有学问，我是教授，那是教授吗？那是，那野兽，那是、真正有文化真正捧哏好的没有说的。于谦老师多的说呀，找媒体来了，朋友们我捧哏很好，有说的吗？他是不说。有说的吗？不说。对不对啊？我这个相声说这么好，我多的说过呀，嗯，是不是啊？哎，他比我，这是为什么不说吗？为什么呢？眼睁我说的真好啊。是不是？他比我这还厉害呢。对对对。哎，我这捧哏好不好啊？不错不错不错。哎啊，哎，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是不是？嗯，有很大进步空间。好，现在社会人都这么说。怎么说？说这个人呢特别次，他不说特别次、嗯，他说有很大进步空间。你是多可气，是吧？他就是这样。我就是那特别次，是不是、啊？嗯嗯。咱慢慢聊 啊，等着那个各位朋友都回来呢，我们下去。换郭先生上场，嗯啊，他的相声说确实挺有意思的。你又夸我啊？你叫什么玩意儿？你叫什么玩意儿啊？我叫高峰。怎么叫玩意儿啊？啊，您是怎么称呼？名字是吧？您叫栾云平，蓝精灵。哦，我跟小蓝呢认识10年了。您没听清楚，您不是姓蓝吗？我姓栾，栾精灵。姓什么都是个精灵，栾什么灵啊？栾云灵。栾云灵，我跟云灵呢？我叫栾云平，银灵吧？栾云平，栾云平，哎，这个名字有特点，是吗？这个名字起得太棒了，嗯、哦，栾云平，多有深意啊！你能给批一批吗？太能了，栾云平这个栾呢、啊，就是这个姓栾的栾，就是个姓氏，对吧？嗯、这个云呢，就是这个云平的云，那平呢？平就是那个栾云平的平。你这都是废话呀！就您这个名字搁在一块儿，就好像是平步青云。哎，这词组好，步步登高。呵，就这么个感觉。好好。姓什么？姓栾是吧？姓栾，哪个栾呢？组个词。哎，这姓氏这怎么组词啊？哦，您姓氏，氏云平。不是栾，我姓栾。组词啊，你都得组词啊，对不对？你都得组词，于谦也得组词，于氏，于氏，你得组词。我这没栾氏，这是个老娘们的名儿，这是。你也得组词。不行，我这没有栾，那没法组词。哦，组不了词，组不了词，你怎么姓栾呢？因为我爸爸就姓栾。姓着姓着不乐意姓了。他乐意姓啊。乐意姓让你姓、啊。这就排着队姓吧，咱们。哦，反正就是您这栾，您是属于等于说是外姓是吧？不是外姓。百家姓有你吗？有我。你不是少数民族吗？鄂伦春族的吗？这民族我都没听说过。你是不是鄂伦春族？不，我汉族。哦，叛徒，叛徒可以。我不是叛徒，把他推到海上去。我不是叛徒。您是？我是汉族。你汉族怎么还有姓栾的呢？那就是姓栾的，我也不是就这么。百家姓里有你吗？必须得有我呀。赵钱孙栾。赵钱孙李。您姓李。我姓栾。周吴郑栾。周吴郑王。冯陈楚栾。别楚了，这都漏了。哦。蒋沈韩栾，蒋沈韩杨，你嚷嚷什么呀？你在哪儿呢？你我在后头呢。司徒库司栾，哎呀，司徒司栾，不对啊，嗯，不对，您都百家姓中了，那都司徒司栾吗？那您你后边吗？后边你太后了，你有点。祖五福栾，不是哪儿呢？你在哪儿？顾梦平栾，不是您怎么了？关键你在哪句上啊？你让不让我说话呀？你说吧，
发言。后边有这么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叫宁求鸾抱。瞎编的，没这句啊。宁求鸾抱这四个姓都没有啊。有姓宁的吗？有。谁姓宁啊？宁种。有姓宁的呀。谁姓宁啊？那小宁啊。小宁谁啊？你爸爸？我爸爸是小栾。对呀、啊、对呀、啊、哪有啊？有姓宁的呀。宁泽涛姓宁吗？姓宁啊。对呀、啊、有姓宁的。有姓宁的。有姓栾的吗？有啊。宁什么抱？宁求鸾抱啊。宁求鸾抱。对呀、啊、有这句吗？必须得有这四个字啊。哦，对对对对对，有这句，有这句，当然得有啊。我小时候背过百家姓。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化金卫陶江季谢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维昌马苗凤花方袁仁元柳风暴史唐费连岑薛雷鹤尼汤藤英罗碧郝吴安长袁师傅皮鞭鸡汤五玉元顾孟平黄。哎，怎么后边有没有？后边有。哎，有你这句宁求鸾抱，这有这句，这在第那个七十二句。对对对，对不对？七十二句。您就姓宁求鸾抱。久仰久仰久仰。我法国人，我四个字的姓儿。我那您姓？我是宁求鸾抱里边那个抱。小抱。哦，小抱。我有点急了。活该呀、啊、我姓鸾。姓鸾你说姓抱。再问一次，姓什么？姓栾。栾老师。您老师。栾先生。您先生。栾先生贵姓？姓赵。我跟小赵呢。我姓栾。有栾先生贵姓？有这么聊天的吗？栾先生姓什么呀？栾先生姓栾呢。准姓栾啊。准姓栾。就姓栾。就姓栾。不改了。不改了。你要是姓栾呢？我不是玩意儿。你不是玩意儿。疼、你们一家的都不是玩意儿。哎，你这有点过了啊。我不过，我就姓个栾，你老折腾我这姓儿干嘛呀？喜欢你啊，喜欢你啊，爱跟你聊天啊，通过这跟大家这不加深印象吗？这不聊了半天了，给大家哦加深了，知道了，他叫马凤英，是吧？所以在脑子里边，你这加深谁的印象？这是你呀、啊，你不叫马凤英吗？我不是马凤英，我妈是马凤英啊。哦，你母亲叫马凤英。我栾云平啊。栾云平吗？栾云平，你嚷嚷什么呀你啊？栾云平，你说谁不知道啊？反正我不知道，是吧？反正这些人都没有名气。栾云平，哎哎，对吗？对，栾云平，郭德纲徒弟。我有一好老师，郭德纲是他师傅，对，于谦是他师娘，是吧？您这男女啊，您都分不清了。分得清啊，分得清啊。郭老师是男的，我没否认啊。于老师也是男的，不能吧？怎么，你这还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于老师也是男性。于老师也男性哈。对对。哎呦，他上厕所我都没敢进去，你知道吗？嗨，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师大。是你什么人啊？是我师大爷。谁是谁师大爷？我是他师大。不是，他是我师大爷。哦，他是你的师大爷。对，那也等于是长辈吧。大爷这词儿是一般是长辈吧。多新鲜，这不是骂街的话。郭德纲于谦呢，是全船最有名的相声演员呢。哦，跟这船上比他是有名的。最有名的相声演员。你说这么两个人每天教他说相声，他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对，结果还是没说好，是吧？可气的是还找不着理由。哎，对对对对对，说得很好了、两个老师在他身上没少下功夫。对，每天教他两次。嗯嗯，上午一次，晚上一次，每天教，拿开水教他，教两次。这是褪毛呢是怎么着啊？你不是说教两次吗？我拿开水教的吗？拿什么啊？温水？拿材料啊？拿材啊？拿材料教啊？反正教你两次吧。对呀、啊，对不对？对，我老上课嘛。喜欢他，我也爱听他说相声啊。我说相声哪儿好啊？说哪儿好不知道，反正不错，反正。哎，脑子怎么样？聪明吗？脑子特别快。反应呢？反应也机敏。那太好了。嗯，对。帮着朋友们，我在这测试测试你。我太欢迎了啊！姓什么呀？姓栾。你来不来去问是不是怎么着？不是，行，还真不错。嗯，真不错。今年三十多岁了，他愣知道自己姓栾了，这就是个进步，飞跃。你要去年问他，不见得知道、啊。您这干嘛？这葛言葛语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谁葛言葛？你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你，我姓栾，声音非常洪亮，多好。洪亮不对。嗯，哪洪亮？里头是吧？哎，李洪亮。李洪亮干嘛呀？嗯，不对 ，no， 不对。你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么回答呀？那二傻子，那二椅子能答出来？您老拿我跟二椅子比。您就是二椅子。嗯。
咱来一回新鲜的，来一回叫所答非所问，这实在太新鲜了。我给你来一回，嗯，就是说我问你个问题，你这个答话别挨上就算你对了，一挨上可就算错啊。好好好，行吗？咱能举个例子吗？还举例子呢？嗨，那慢干嘛去、哦？你吃饭了吗？我没吃，错了，待会儿再吃。不对，十四层人太多。No， 先放冰箱里。错误，搁微波炉里。不对，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别说了，给我熬点粥。停止，够了。死豆腐，嗯。我问你吃饭了吗？你说吃了，没吃，一会儿再吃。十四城人太多，什么那我是八点那波的，这都不行啊。嗯，这都不对，是，这都跟吃饭这个问题的靠谱的挨边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做这游戏啊？越不挨着越算对。不懂您这路话呀？问你，你吃饭了吗？我怎么答呢？你说我有痔疮。哦，这不挨着呀，就算对了。好，哎，挨上就算错啊。好嘞，好嘞。别多了，问你五句准得挨上。哦，不能五句啊。嗯嗯，贵姓啊？我有痔疮。多大岁数？这灯泡够亮的。属什么的呀？啊，今儿天还真不错。几句了？三句了。你看怎么样，挨上了吧？哎，脑子太笨，脑子太笨。别乐了，嗯，接着来啊。不用来了。怎么？已经挨上了。多难挨上了？你看我问你几句了？我说三句了。这不挨上了吗？哦，这就算一句啊？当然了，这是第四句啊，对吧？一二三，这是第四句。我问你几句了？你说我爸爸掉海里了，这多理想。是你理想，我爸不太理想啊，对不对？这不假的吗？哦，真给推里头啊？是，是不是啊？对对对，对不对？所以说这脑子太笨。那再来，这回我留神了，留神也对不了。来，贵姓啊？我爸爸掉海里了。多大岁数？我有痔疮。属什么的呀？我爸爸掉海里了。老这句几句了 ？Thank you very much。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你看看。最后一下啊，没咬住牙，你看又错了。你废话，你问我都错了吗？我哪知道你这是题里还是题外啊？第五句，这第五句，他又第五句了，他又脑子太笨。我脑子一点都不笨，我跟你说，就这后台我脑子最快了。脑子最快就是你。他们都不跟我争。侯震呢？侯震、啊、侯震那是因为我打不过他。哦，要打得过呢？那他脑子快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咱再测试测试你啊。哎哎，我就问你，这个世界上啊，什么东西它能吃能喝又能做？粥。粥是什么呀？粥你都不知道吗？粥怎么能吃能喝又能做呢？你多新鲜，粥你没喝过粥是怎么着啊？粥能吃吗？你要稠点啊，我看那十四层的就够稠的，好家伙都贴晚上了。能喝吗？喝粥啊。能做吗？走，咱做粥去。咱干嘛去？做粥去。怎么做粥啊？就熬粥嘛，不叫做粥。熬粥那是熬粥，有时候咱做点粥家里头、啊、有时候做粥的嘛。哎，再说不是那做往屁股底下做。你没事你们家熬锅粥都坐那儿啊，是吗？就让他画图个黏糊是吗？不是，吧唧吧唧，那不好听啊。可气，不对。 No， 不对。 嗯，错误，确实不对。 哎，那你公布一下答案吧。我公布答案，大家一听着一可乐，大伙一鼓掌，鼓励鼓励我。你注意听着，鼓掌算对。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什么东西呢？面包、牛奶和沙发。谢谢大家。不是啊，三样。我没说八样吗？哎，是，嗯，多客气呀、啊。就是三样，你猜呀，面包、牛奶和沙发呀。哦，对吧？对。啊，你猜呀，你怎么不猜呢？我以为一样。你以为一样不行啊？嗯。你以为的多了，那对吧？哎、那个。是是是。脑子太笨。哎，那我说一个，你也答不上来。不可能。我说一个啊。你说一个，我就猜上来。今儿别开生面了啊。你说一个。这我也说一个。你说一个。说呀。对。有这么一个鱼缸。有一个鱼缸。鱼缸里边呢有两个动物。什么动物？有一个小王八。哦。哎。有一条金鱼，金鱼，这金鱼是红色的，红颜色。哎，这鱼缸里边一个小王八，一金鱼。您说两次了，放上半缸水，对，得有水。把这鱼缸呢，啊，就放到冰箱里边了，搁冰箱冷冻。哎，可不是冷冻，那是呢，是冷藏，藏起来了。哎，放到冰箱里边了。嗯，等第二天打开冰箱门，把这鱼缸拿出来，怎么样？光剩这王八没鱼了，我问你这怎么回事？哎呦，他这个说的有点神话，有点神奇了。当然了，平常也没人动他，哎，搁在冰箱里关着门就算完了。对，但是打开门之后，那这端出来一看，光剩小王八，鱼没了，是那回事吗？对呀、啊。哎呦，这个我猜不着，猜不着，不知道怎么回事。您公布公布，不知道我给你讲讲啊。公布公布，说一个鱼缸半缸水，一个王八一个鱼，对，放冰箱里啊。第二天打开冰箱门，把鱼缸拿出来，嗯，光剩王八，它没鱼了。这个鱼哪儿去了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嗯，这王八也纳闷呢，这鱼哪儿去了？
哎，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说你怎么样？不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这是后台张文顺教我的。你提张文顺干嘛？教完我这他就死了。哎，我看你说完这你也该死了，你、嗯、你太可气了你。哎，我跟各位说啊，我这个人呢，他说张文顺这么后台的一个老头，对，老演员，嗯，我原来就爱听张文顺。哎，说得好。听不着了。怎么了？死了。哎，张先生去世了。是我们德云社还一老先生。这是谁？大家可能有听说过的啊，叫李文闪。李文山。李文山。哎，也是老先生。嗯，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故去了。对对，爱听他。我还爱听那谁，这又是哪位？也是一个著名的老演员，嗯，叫唐杰忠。哎呦，唐先生好，我就喜欢听唐杰忠。嗯，说出来多有意思啊。对，唐杰忠胖老头，长得跟校佛似的啊。那时候评选十大校佛，别人投他一票呢。十大校佛好，唐先生也听不着了。嗯，去世了，我就纳这个闷儿。您说，我爱听谁，谁准死？对，这不从上星期吗？怎么样？特别喜欢听郭德纲，先生，这个您别听了，您别听了，您没事，您听听我吧。你也要死？不是，我身体比他还好一点。那你也搁不住。我告诉你，我这是方劲大。嗯嗯。哎，我逮谁听谁。没问题。啊，你脑子怎么样？我脑子快啊。反应呢？我说一个题，你也答不上来吗？你说一个我听听。我不是说一个吗？你再说一个。王不也纳闷呢吗？再说一个。我说，咱这多的是啊。啊。听着啊。说那好的。光着膀子，嗯，披麻袋，你猜这个吧，饮品。大伙儿一块猜啊。什么玩意儿？光着膀子。啊。披麻袋。光着膀子啊。光着膀子就上身啊，这是满托啊，嗯，上身满托，光着膀子，披着嘛玩意儿？麻袋，麻袋片。光着膀子披麻袋，猜什么？饮品。猜饮品。对，什么饮品？我告诉你得了。啊、哦，不能告诉你。你来来去问您这。光着膀子披麻袋，嗯，光着个膀子披麻袋，披上麻袋猜一种饮料。哦、哎，红酒。这怎么红酒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嘛？您这是愣蒙。不是，对不对？不对，许他不对，不许不蒙，是不是？好啊，这是那个芬达，不对，也不对，不对。这是那个，这个是那个什么？哎，可乐，那个、谁？你姑姑刚在底下说的，可乐？怎么可乐？挺可乐的吧？可能是。我看你比那还可乐呢。底下有个提词儿。不对，不对，都不对，不对，猜不着。我告诉你啊，猜不着。说光着膀子 ，whisky。你让我说是你说呀，我又猜出来了 ，whisky， 甭问，好，是不是 whisky？ 差点撞上，是不是 whisky？ 老板，别闹，别闹，我逮着你呢。说光着膀子，布兰迪，布兰迪，不对，布兰迪也不对，不对，不对。哦，说光着膀子，五加皮，没有五加皮，五加皮对不对？什么叫五加皮呀、啊？有个五加皮吧，我有个戏叫五加坡，不是那戏，有个啤酒叫五加皮，我不知道，对吗？不对，不对，不对，猜不着，我也不猜了。说光着膀子喜乐，你死不死你？你这让不让人说话呀？不得猜吗？不是猜吗？你不是不猜，我这不是要告诉你吗？哦，要公布了是吧？对呀。啊，行，公布吧，我不猜了啊，啊公布吧，你公布，不要说话了啊，不知道你公布。说光着膀子，嗯，披麻袋，这是什么饮品呢？扎啤。怎么扎皮呢？好、哦，他都来上了。哎呀，这行行，你冷静，也就这意思了。啊，哦，这么叫扎皮？哎，对啊，哎，不使这样，这是不行了。这是使这也这意思。哎，没嘛劲，是没嘛劲、嗯、啊！我不喜欢猜这个谜语，这个谜语没多大意思。是猜俩得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什么呢？啊、嗯，最喜欢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咱们相声里边应该研究的呀。嗯，你比如说传统的，嗯，唱个什么莲花落啊，哦，唱个什么这个小曲啊，嗯，小调啊，是，尤其是这个蜀唱来宝，蜀来宝可好，我非常有研究。呵，啊，蜀来宝后来发展成快板啊，快板书啊，嗯嗯，发展成这个了。哎，三大派嘛，嗯，王高里嘛，王高里，王派、李派、高派，对，说得上来吗？我太知道了。王派谁？王凤山，好，艺术家。高派高凤山，艺术大师。李派李润杰，好，有两下子，有两下子。哎，以资鼓励、嗯、原来有几下子？原来有四下子。那两下子呢？我弟拿走了。你弟弟够可气的。嗯，反正就是这三大派的艺术特色，你猜怎么着？哎，他都不一样。对，都一样，就一派了、哎、我在这儿表演表演。什么时候表演？不是我起不瞧你啊。什么叫起不瞧啊？嗯，这词儿叫瞧不起。不是我看不起你，哎，当着各位父老乡亲，我在这儿唱一段快板书，您闻所未闻。嚯，你都没听过？不可能，你肯定没听过。我从四岁我就听快板书，听到五岁就不让听了。不，我一直听到今天。太好了、嗯、我在这儿唱一段，你要知道的话，咱俩掉个儿，我是你儿子啊。甭弄这个，要不掉个儿，我是你儿子。不要掏烟卷。哎，
确实他们不挨着。哎，我来一段，好好你注意啊，哎，朋友们，我给您插段快板书，谢谢大家。哎，谢谢。儿啊，啊，走，嗯，哪跟哪儿喊个儿啊？你不知道你不是我儿子吗？哎，您唱两句，我们听听。叫什么来着？栾云平。栾云平啊。这个啊，来吧，我这最难猜了。哦，我得猜。21岁的小寡妇，少兴没神儿，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的饭白曲儿，死了那个栾云皮儿。行了，过了门子92天，不要再唱了，不要再唱了，不要再唱了。这段子呀，啊，您就唱错了。没有，不是死那个当家人，不是死栾云皮儿。当家人就是栾云皮儿，不不不不不不，嗯，这段子叫小寡妇上坟。说不知道，凭什么呀？太陈旧了，是吗？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段子。哎，还真是，是不是？真是，嗯，我再给你来一段，这叫热身，懂吗？小寡妇上坟。哎，热身懂吗？你热身，这热身不用唱快板，不用热身。再来一段你就不知道。好，听这哪段啊，你甭说知道，你给我接上下句来，证明你有胆子。好，行吗？全靠胆子。你给我接下句行吗？行啊。敢吗？敢啊。我唱一句或者唱几句，你给我接着下边来一句。好，你听我唱好不好？准接不上来。嗯嗯，臭皮囊。哎，开始打地鼠来了。接下句啊，嗯，你唱上句吧。我说的是，嗯，高高的山上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接下句来。接，来，我接你奶奶个孙子，我接。不讲文明，不懂礼貌吧？你说接不上来，他急了，恼羞成怒，恼羞成怒。我接你奶奶个，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对不对？你说这有什么用？不，您这根本没有这么一段，我接什么下句啊？你不会，你告诉我没这一段，这段是传统段子呀。这段叫两只羊在山顶之上，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就这段子，这名字比这段子字儿还多。这都像话吗？你这甭管了，没有这么一段。没这段吗？没有这么一段。没这段我天上的不好吗？他瞎编的。怎么瞎编的呢？就按照一定思路去编的。还是编的，对不对啊？嗯，这是属于相声演员基本功。对，数来宝啊，绕口令的都得会。嗯嗯，绕口令你会说吗？绕口令我会一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是绕口令吗？嗯，吃香蕉不吐香蕉皮，不吃香蕉倒吐香蕉皮，绕口令，对吗？对，吃西瓜不吐西瓜皮，不吃西瓜倒吐西瓜皮。你是不是饿了？绕口令，吃菠萝不吐菠萝皮，不吃菠萝倒吐菠萝皮。菠萝也整吃。绕口令啊，嗯，吃榴莲不吐榴莲皮，不吃榴莲倒吐榴莲皮啊。你不怕扎着啊？你姑姑说的。嗯，榴莲吗？吃什么吧？吃游轮不吐游轮皮，不吃游轮倒吐游轮皮。好，他要吃游轮。吃郭德纲不吐郭德纲皮，不吃郭德纲倒吐郭德纲皮，对吗？ 你累不累啊？你基本功你会吗？你说一个，你说一个。你说吃葡萄不吐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行，你也行啊，这有嘴就会说。你这嘴里有什么呀？我嘴里有牙。我牙里有嘴？你安着马达呢是吗？没安，我搁了一个，没带电池，顶格安着马达呢。嗯，你再说一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行，有点意思。嘿，有两下子，有两下子。这有什么的？这是基本功，这都得会。说相声的后台这些乱七八糟们，他们也会说。连侯震都会说绕口令，说的好极了。侯震说出来，我告诉你，哎，那好极了，确实好极了。嗯，说相声不能光说这个，还得研究各地的方言，对，各地的土语，是这样啊。拿我来说，我是天津人。嗯，各位亲爱的朋友啊，我在马路上啊，在船上我都碰见过。嗯，哎，天津人不少。对，天津人说话有特点。什么特点？齿音字。怎么叫齿音字？今天不说今天，今天是说出来特别哏。您学学。叫滋儿个，
字儿个。嗯，抽烟不叫抽烟，抽烟叫抽烟啊，抽烟。嗯，喝水叫喝水，嘿，喝水，喝水。老太太爱这么说啊，二咋别粗钱，大嗓头都快塞的。吃云字，嗯，二咋别粗钱，大嗓头就怪塞的。是，哎，你看看，啊，这是天津人的特点。天津人吃云字吗？啊，对吗？对对对。方言土语我都有研究。还会哪儿话？外国话。外国话叫方言土语啊？你看看，光学方言土语还行啊？啊，光二字别粗钱就行了。你也得学方言土语之外的外语。外语你会哪国话呀？哪国话都会啊。你说地图上有，我就敢说。就敢说，我也敢说呀。你敢说，你说的不对，我说的正确，是吗？学学吧，学外语吗？我问问你，我教你啊。好啊，我教你学外语。我学哪国话呀？英语。英语好，这普遍，英语世界通用。咱玩笑归玩笑啊，给大家说点真格的，嗯，是吧？英语世界通用，学英语呢先学好22个字母，然后呢是背单词。您先等会儿吧，您这就掉第四个。嘛玩意儿掉26个字母，二十几，反正不到30，对吧？他这凑来了，不到30来个字母吧。然后呢，就是弄那个音标，音标全称叫国际音标，对，简称就叫国标。国标，国标完了呢，就学那个华尔兹，华尔兹完了就是恰恰，恰恰完了论吧，多少叫论吧王，您就毕业了。老师，啊，您又改舞蹈课了。反正就是国际音标，外文课，背单词，嗯，大量的积累单词。那桌子 ，table， 记住哦，一看桌子叫 table， 一看椅子叫什么叫 chair。你看沙发叫什么叫 sofa， 要不这 sofa 这就能记住啊。积累单词，这叫话筒，中国人叫话筒，外国人不叫话筒。外国人从这个上边的第四个牙缝往外一蹦 microphone， 什么叫唤呢？这不是叫唤呢，这上边的第四个牙缝往外一蹦 microphone。 我两个外国人，你这是叫唤，哦，麦克风，现在不也有叫麦克风的吗？对，这是音译麦克风。大量的积累单词，嗯，套上句型，弄上语法就能对话。哦，我英语说的不错。好，你英语怎么样？我这太一般了。我测测你，嗯，什么叫测测我呀？测试啊，是扫雷来了。苹果怎么说 ？Apple， 可以，这怎么能是傻子呢？就是，是不是？谁给我封的傻子呀？啊，橘子 ，Orange， 香蕉 ，Banana， 桃不会。你想想行吗？甭想，这不是想。嗯，你以为算数呢？我想想，我会了。你这个真是，你都小果都忘了。我没学过，忘了都还给老师了。我没还过，我就不会。我注意听着，我教给你啊。嗯，哪词来了？桃。啊，桃。嗯，桃叫吃 peach。你到了吃什么呀 ？peach。这人不忌口。英语就是倒装吧，装错了，装的好。你说一次。peach。是 peach 吃啊 ？peach。peach。peach。好，你看看这多简单，记着，一看见桃。peach， 对不对？好，冰箱 peach， 冰箱也 peach， 冰箱是桃嘛？桃有冰箱吗？桃牌的冰箱不会，冰箱叫 fridge。哎呦呵，好家伙，这词儿还真头一回听。fridge， 嗯，说，我练一练啊。哎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哟 ，follow me， fridge。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呀 ，don't worry， fridge。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Follow me, fridge. 老师，哎，刚才您说这哪是冰箱啊？整个一傻蛋，你看。好 ，fridge， 不要再说了啊，有点乱。fridge， 老年痴呆，紧凑一点啊 ，fridge，fridge， 哎，行 ，fridge。还有一种说法，还多，还真多。嗯，这是八开门的，你知道吗？八开门点冰箱，这分明就是太平间呀。看你刚出来4天就想家了，说实在的解冻来了。这个它是多功能的，嗯，啊，还有一种说法叫 refrigerator， 这词儿长一点。Please read after me。对，嗯 ，refrigerator。哎，行，说得过去。今儿有点超常发挥。这个英文呢，为什么说这个词呢？稍微有点代表性，是不是？啊，它这个英式英语跟美式英语有区别。嗯嗯，在座的朋友都比我有学问啊。当然，这个英式英语啊，说出来舌头根子发硬。嗯。美式英语呢，说出来轻松愉快，是 refrigerator， 美式。哦，你要是英式英语说出来 refrigerator， 这梗一点。哎，他们英国嘛，绅士风度嘛。对，男同志穿着西服，弄裤衩，穿着凉鞋，是吧？皮凉鞋。那好看吗？那戴一草帽，那下边看不出来，嗯，是不是？拿一大本子，英国人演讲起来特别的潇洒，好，非常的干练。您来一来，啊，英国人啊，嗯，英国人说话之间拍一下醒目，什么意思呀？我的习惯。Hello, everybody.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乡亲们。您合上吧。
My name is Peter。您和尚 Peter， 您别说了哈，你长得跟 Peter 似的。Peter 怎么了？不是，您这外国话里边怎么有个乡亲们？啊？怎么？这乡亲们什么意思啊？不懂吗？啊，乡亲们就跟我原来是一个谱子的，后来呢，我就到城里啊卖豆腐、卖豆芽儿，还是那套是吧？我就发了财了。不是，您先等一等吧。你不问什么叫乡亲吗？你这外文里边有乡亲们仨字。哦，你那个意思我才了然，就是说你这个问这个外语当中怎么有一个中国词儿乡亲们？对，知道怎么回事吗？你说。说错了。行吗？允许吗？允许，允许。乐意吗？太好了。不完了吗？说错了。这怎么抬杠啊？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嗯 ，lady l a d y， 女士嘛。复数就把 y 去掉变成 ies， 就是一帮老娘们儿，这是什么老师啊？这个外语老师啊。怎么一帮老娘们儿？不文明这话。不，一帮老娘们 ladies 就是很多妇女，不就一帮老娘们儿、哎、说妇女，很多妇女。嗯，英语说的不错。哎，真不错。日语我也行。 他会成句的。日语我也行。咱刚去的日本。你早应该学日语啊。为什么呢？学日语省得你到时候看片的时候干着急，是不是？你学点这个，到时候一看我们看的片儿都没不着急，我们都不着急啊。你也会日语啊？我也不会。不会我教给你啊。呵，日语没有字母，我太期待了。平假名、片假名，嗯，五十音图啊，天天得背。哎呦哎呦，卡给库盖高萨斯苏苏拿的诺奈诺妈妈，跟念经似的啊，跟日本和尚似的。是是。哎呦哎呦，卡给库盖高萨斯苏塞苏马的，就是背这个。哎，这是等于跟字母一样。对，五十个来回组织，来回组合，五十音图嘛，五十音图嘛。嗯。对吧？然后也得背单词啊。啊，日语那个词儿怎么说呀？嗯、我日语我，你猜怎么着？不叫我啊，我叫瓦塔西。你说一个，瓦塔西。哎，这比英语学得快。那这我会瓦塔西。瓦塔西，我、嗯、你不是瓦塔西啊，你叫阿纳塔。阿纳塔。阿纳塔。哎，瓦塔西，阿纳塔，我和你是。我和你在一起。We are family。 来吧，老师，老师，您把这脖子伸出来吧，您晚上翻身的时候还有用呢。这话我不爱听啊。是，这话我不爱听啊。这干嘛？这不是我和你吗？你又改音乐课了。音乐课先不忙。是啊，就是我和你。阿塔西阿纳塔，我和你，我和你，对不对啊？阿塔西。至于我说，比如说见着朋友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打招呼怎么说？打招呼啊。空尼奇瓦，空尼奇瓦。哎，空尼奇瓦，打招呼，打招呼。比如说晚上了，碰上朋友了，晚上好怎么说呀？空邦瓦，空邦瓦。晚上好。他说的慢了。空邦哇，空邦哇。比如说了，人借你一块钱，你得感谢人家，怎么说呀？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好，这比一块钱字儿还多。哎、比如借你一块一，就非常客气。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是非常感谢。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嗯，非常感谢。比如说你踩人脚了，或者不小心你没事你隔着人家了，然后呢？我隔着人家有不小心的吗？不小心你没注意，你有这毛病，对谁汤谁是吗？哎，就是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就等于 sorry、嗯、sorry。 哎，就是说我对日语有研究。好，那天我到楼下有一早点铺，嗯，吃早饭去。哎，吃早饭我看见俩日本人吃油条、嗯、好，日本人没见过，嗯，不太会吃，然后就吃，我赶紧我过去了。好，冲他们一点头，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您来我来，田さん、田さん、我来您来一个。说两句日语呢，帮他们分分这油条。他们不会吃，不会吃。哎，你日本人一听，哟西，你怎么给人分的呢？哟西懂吗？好，我说你怎么给人分的呀？哟西等于 OK。我这不没问哟西啊。我问油条啊，你怎么给人分的这？先打招呼。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您来我来，田さん、田さん、我来您一个。看，你看。服吗？我不是，等流利不流利？流利，流利服，流利不是服不服？是这么回事，你看看。我先问问您，这么流利你不服？哎哎，流利服，我这您刚才是怎么给人分的？就这么分的。我在服啊，这么分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你好，打招呼。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你好，你好。はじめ、はじめまして，初次见面。嗯，どうぞよろしく，多多关照。后边呢？后边分油条啊？怎么分的？把那钳子拿来了，然后呢？连说带比划，你来，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好，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不是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哎，完全一致。你再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呵，日本人一听，哟西，你这个日本话说的还真好啊。帅
可是太好了。这是日本话吗？咱再试一次。我甭试一次，甭废话。怎么了？您这不是山东话吗？东营呢？您这是山东东营啊？是吗？啊！我就记他们说是东营的，不是日本的。不，我头两句白说了。您多谢我说他这分油条，听着，后来越来越耳熟呢。头两句他们没听明白。嗯，后两句我是发挥的。哎，这个日语说的确实不错。嗯，我法国话说的好。法国话我太期待了，是不是啊？因为我就是法国朋友啊。你朋友都法国人，我知道。对。你想学法语吗？我想学法语啊。因为我去过法国。嗯，大家可能也有到过的啊。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对，法国首都巴西，我在那儿。待了7个多月，您别露怯了。后来给我遣返回来。您别露怯了，法国是法国，巴西是巴西。巴西不让去是吗？不是。巴西能去吗？能去。巴西有足球，巴西我最喜欢巴西人足球和杨宝森的那个什么那红洋洞。嗯，我最喜欢听。我没问您这个。怎么了？我说法国首都是哪儿？巴西。巴西叫 Brazil， 我在那儿看过他们踢足球。您都咬瓷了，这巴西。桑巴舞。不是巴西。不是巴西，那就是巴格达。你听。巴格达。不对。巴巴爸爸。去巴基斯坦，你乱七八糟。反正是巴黎，巴黎，对，巴厘岛，还真是巴黎，巴厘岛不是巴厘岛，巴黎，巴黎，法国首都是巴黎，黎巴嫩吧？哎，巴黎，巴黎，对，法国首都巴黎啊！我在那儿，巴黎有个塔嘛，对，非常有标志性建筑，那么个塔，大雁塔是吧？大雁塔在西安。这剧场不让吸烟，不是吸烟，吸烟请上赌场。你等会儿，嗯，大雁塔在西安。法国有个塔，那叫什么塔？天塔。天塔在天津。天塔，天塔湖。不，这北京那天塔。甭废话。天塔什么塔？哎呀，法国那塔叫什么塔？哎，埃及金字塔。对，埃及金，我在里边当过法老。哎呀，不知道你们您去过埃及啊？哎，你要跟我照相，我给你打个12折。嚯，越来越贵就是。哎，叫框子。埃菲尔蛋塔。我埃菲尔蛋塔。埃菲尔铁。埃菲尔铁桶。你怎么老接下茬儿？这孩子，你说的太慢了。埃菲尔铁塔，奥利弗尔铁塔，奥利弗尔的又，奥利弗尔铁塔，埃菲尔，反正就是铁塔。我在巴西巴黎，我住铁塔区，铁塔区。我巴黎话说的不错。有这么个区吗？有啊，巴黎铁塔区吗？铁塔区吗？天津有河东区啊，有没有啊？有啊，对吗？有没有啊？有啊。30年河东，30年红桥吗？老话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河西区啊，我也去过。河西区啊，我在那儿住啊。嗯。河西红桥南开，对吗？天津有吗？您说这是天津？有没有啊？法国巴黎就是铁塔区啊，凯旋门那是玄门区啊，对不对啊？然后那哪儿？巴黎圣母院那母院区啊，你去过法国吗？你没去过法国，你别跟着唱。我回到国内，我写了一篇文章，嗯，法语的啊，叫《巴黎的早晨》。巴黎早晨，说英文叫 Paris Morning。哎呦呵，我回忆一下在巴黎生活的点点滴滴，真好啊！反正写了一段，反正不长吧，嗯，最后准备发表在咱们这个天津妇女杂志社上。啊，哎，杂志还没办呢。您等会儿，您先没发表之前呀、啊嗯。对对对。您在这儿给我们背诵背诵，怎么样？哦，你要发表去？我不发表。那你打算？我就学习的态度。没问题。啊、嗯，兄长，我这巴黎的早晨啊。是是。Good morning, I think what for? What men be had to jump to five? It's the morning that jump down being the hand. The man being go in no such jump that you to five to touch. 您说这是法语还是跑电了？完了啊，各位朋友，我不知道哪位您懂法语啊，我不知道哪位您内行啊。如果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希望大家千万别管，啊，嗯，不是你对不对，不让人管，怎么回事？不是我说完了，你没注意吗？你不懂法语吗？有点赵忠祥那感觉吧？赵忠祥什么感觉啊？朗诵啊，赵忠祥朗诵，白雪皑皑覆盖大地，冬去春来，棕熊又到了他们的发情期，就那种感觉，有点那感觉，赵忠祥吗？您是这是学的像鼓掌还是这发情鼓掌啊？这是发情是笑声 ，laugh 懂吗 ？laugh， 嗯嗯，然后鼓掌。给我们废物，不是，等会儿咱别废物不废物 啊，不是就这个，给你废物，哎，就咱就来这个，来哪个？我来法语。说他说怎么你该听我废，我没得别干了，都不想你废，多流利，哎，服吗？服吗？这确实服了，服吗？这比那分油条我服的厉害，哎。我学法语，流利服，一句句教，没问题啊，好不好？他说怎么呢？我练一练，哎，我他就不的，满意吗？不满意，什么玩意儿？不太像。他说怎么呢？他叫宝宝呢？他说怎么呢？他叫宝宝，我怎么也不哪儿不对？你哪儿都不对呢？你再慢一点吧。他说怎么呢？你再慢一点吧。再慢点，法语朋友就不懂了。没关系。
同志们，如果你不忙呢？您这怎么听这么耳熟啊？您这个，我最讨厌耳熟。用一句英语结束今天的教学。Goodbye。等会儿，回来。拜啊。头一句是同志们，如果不忙呢？哎，如果不忙的话。第二句。哎，听我不好说。行了，这第二句再慢一点。哎，听我不好说。再慢一点。哎，是听我不好说。什么词儿？还是听我把话发。还是听我把话发。对。第三句。我这没的别不开了肚子。什么什么？我这没的别不开了肚子。每天怎么着？我这没的别不，哎呦，听说每天了。是 ，every day 就是我这没的别不开了肚子。你就再慢一点吧。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哎，必须喝老豆腐啊，在后边呢。烧饼油条包，哎，烧饼油条我都听明白了，也有叫果子的啊，就这摆什么意思呢？人就说出来了，就摆着，哦，就这摆着，哎，摆着瘦，哦，后边呢 ？For 很难点啊 ，For 很 morning 什么 ？For 很 morning 啊，可能抒情的 ，For 很 morning， 我还是不太懂。服务员是很忙的，这服务员还急了。服务员是很 morning 后边呢？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哦。撒烧饼俩油条。嗯。最后吃完连盘碗都拿去。你要连着说呢？跟法语一样。我咱们听听。Good morning， 还听我说，我这没别喝了豆腐烧饼油条包。嗯。服务员很 morning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我这是我撒烧饼俩油条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这。下面请您欣赏富贵有余，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谢谢谢谢啊，不辛苦，拿人钱了啊。刚才是高峰啊，对，我师弟是真卖力气，嗯，话筒都湿了，嗨，至于这么没功夫吗？湿到哪儿去呢？不至于那样，哈喇子啊！我们算是发小，啊，对，哎，他是法国人的小孩，这谁呀？发小一块长大的，他我，嗯，谦儿哥是，我们哥仨打小都在一块长大的，哎，曲艺团的学员班的同学，哎，我们是学生，谦儿哥比我大四岁，嗯，我们竟然在一个班，您的意思是我蹲了四年班是吗？缘分呐，哥哥，是是缘分呐啊，嗯，哎，孩子快去吧，回去吧啊。嗯，多可爱，小小的就回去了，小小的小姑娘啊，小姑娘，这个一晃都这个岁数了啊。上学那会儿，这俩人都比我强。怎么叫比你强呢？我那会儿淘气，哦，不爱上课。我们仨坐一个桌子，啊，并排。我坐当间，这边于谦，这边高峰。是。老师指着鼻子说我。哦。你看人高峰，看人于谦。嘿，在他俩人当间，嗯，你就是个搅屎的棍子。怎么着？我是个棍子，啊！我们是屎，还没说话，谁委屈了？到底啊！一晃啊，棍子也这个岁数了。哎，对，屎都这岁数。嗯。哎，别说这么脏，废话，别提了。打小一块儿是，真是从小便认识。哎呀，那叫从小就认识，就这么从小就认识。对对对，现在。大变样儿，我怎么老离不开这个呀？我有时候，我爱叫这个汁儿啊，因为真有那观众热心观众啊，怎么着？爱相声爱的要死要活，拿菜刀后台找我去干嘛呀？为什么在台上要说一些个我不爱听的话？哦，为什么非要拿伦理上找包袱？是为什么老说人于谦家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嗯，列位说的我这其实挺难受的，是吗？列位，嗯，这叫相声，是艺术形式之一啊。全世界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哦，最难也是我们，嗯，俩人站着有嘴就能说，对，但能不能说得好是另一回事，嗯，没有任何辅助道具，嗯，你说演电影，电影说这儿有一冰箱，它必须有一冰箱，这有道具啊。演小品这儿就得有一冰箱，是，我们就拿嘴一说，嗯，时间、地点、场合、冲突、喜剧、矛盾，一切都是我一张嘴，我一说你还得信。那是，所以我最要紧的事是一句话得把你带到故事当中来，这得快。就俩人站在这儿，除了那些个学京剧、学评剧、学跳舞、学歌曲之外，嗯，一定是俩人描绘一个故事。是啊，故事要有人物。嗯，第一就得拿我自己开玩笑，说您郭德纲如何如何，郭德纲我是清华大学的，我这我那个，拿自己开玩笑。哎，第二个就得说他，就俩人。于谦如何如何如何。嗯嗯。第三个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人，
哦，我们俩之外的这些都是我们俩人了啊，或者我爸爸如何如何了，或者他媳妇如何如何了，嗯，这是没有办法的。哦，这我不能说观众啊，嗯，今天说一个人啊，这人他媳妇不规矩，哦，第六排从那边说就是那胖子。嚯，好家伙，这没说完就打起来了呀。是，所以必须要说，嗯，只能说我们两个人。嗯，这是没办法的。你说好多人他较真儿就在这儿了。哦，看个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他觉得是真的，能接受。哦，啊，这演的演员是话剧舞台上这俩人，一男一女俩人搂着，一会儿一被窝睡觉，他也觉得能接受。哦，假的。演个小品，当一枪打死了，他觉得那是假的。嗯，到我这儿全是真的。啊，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啊，这嗨，你就干点什么就不好，添乱吗？嗯，啊，所以说这行难就难在这儿。嗯，伸不动，绑不摇，不打人，不骂人，把你口袋的钱说到我口袋里来。列位，你说这不是高科技吗？是不是？这嗨，这爱高科技什么事？假的，一说一乐呀，都是角色嘛，听完了就完了。是我只管这会儿。嗯，不能说好，您各位底下藏龙卧虎啊，哪行哪业高人都有，是非得指着听完郭德纲才知道你后半生怎么活，你这前半辈子怎么那么失败呢？嗯，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嘛。嗯，天也热，家家有难念的经，缺钱的，嗯，缺房的，嗯，缺人的，缺德的，甭管缺什么的吧。好嘛，听个相声仨钟头，嗯，俩钟头，哈哈一乐，这会儿解乏解腻嘛就够了。可不吗？你不能说听完我就得出去拦京马，哪那么些京马让你拦呢？嗯。哈哈一乐比什么都强。哎，因为在这个台上记住了，郭德纲只占20%。哟，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这嗨，好的，就指着我们家人活着呢。我打小说相声，我做科是捧哏啊，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够20年啊。哦，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混逗哏演员。嗯，谁上来都是郭德纲他爸爸如何如何。哦，郭德纲他媳妇儿如何如何。嗯，那你应着就这差事。哦，唱京剧那演员唱小生那个，嗯，95了上台，他演的活也是个儿子。为什么？你挣的是那个钱呢。嗯，没有胡子吗？本家都没不乐意，你管着吗？是吧？哎嗨，这没有，一晃这么些年来，嗯，得谢谢谦儿哥。您又客气。真的真的，我最落魄的时候就他在我身边。嗨，应该分文无有，他在我身边，都是朋友。遭排挤陷害，他在我身边，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么些年，特别想问一句话，您说是不是你放的我？哎，什么话呀，这叫我也没赶上好时候。你这忠厚长者，你捧我跟亲哥哥是一样的，这关系好，真的啊。嗯，瞧见他父母，那跟我亲爹妈是一样的。是看他儿子，我就认为是我的，真的。没有这么当的事，你看您别这么认为，别外道，这不是外道，不是外道。嗯，两家人好了都不行了。是是是，真的啊。我，嗯，我实话说，一上台我每次特别有感触啊。嗯，好多女观众，于谦我爱你。哦，哎，我听着高兴。是吗？大批女观众都要嫁给于谦。哦，然后给我生孩子。这说实在的，这什么关系？这是就不让哥哥受累。哎，这嗨，你还让我怎么样？不是受累的事儿，我也就这样了，真的。哎，对，你也就这样了，都快奔50了，我们俩是。嗯嗯，挺好。再说知根知底就是我们，是这都打小长起来，这么多年了。谦儿哥，嗯，3岁习文，嗨，4岁学武，练过，5岁胸口碎大石，就练成了。20岁参加工作啊。哎，5岁胸口碎大石，20岁参加工作。嗯，中间这十几年我干嘛去了？养伤。哎，我跟大石，我们俩谁碎谁呀？打小在一块儿啊，我们这一堆孩子里边，嗯，家境最好的就是他。啊，条件倒是好，有钱，在我们班财大气粗。哦，吃的是什么呀？嗯，吃的煎饼果子。哦，买给我吧。这买啊，我们5毛钱摊一套，他拿2块给我。这就愣买，你看这玩意儿，给他吧，他接过来搁嘴里边，就剩一口，2块钱。我这钱花的太冤了，我这就是这么有钱，知道吗？不在乎吃的什么，瓜子儿，来给我，给5块钱，瓜子儿，嗑瓜子儿，先，嗯，看谁嘴动，吃的什么？我怎么那么馋呢？我掏10块钱，给人搁口上，张嘴，张嘴，张嘴，啊，好家伙，哼，想谈呢？哎呵。太恶心了，您这，人家是要吐，让他看着。哎呀，我就不能瞧人嘴动换，知道吗？啊，我们那会儿没有钱呐，是，包括这个或上船出去玩，我们小时候谁敢想象？没有。我印象特别深，到我十几了那年，
我妈他们单位组织上北戴河玩一趟，哟，好就美得跟什么似的。那了不得了。那个年头，回来给大伙讲海边什么样，吃螃蟹怎么着了。嗯，哎呦，全班高兴，他这个财大气粗了啊、嗯。郭德纲，你手里拿的什么？我看看。哦，就这个。嗯，谦哥看看吧。嗯，小贝壳啊。哦，卖给我。这也买？不卖。几个？嗯，十个，给你十块钱。一块钱一个。一块钱一个。哎呦，不卖给我，啊、我必须给。啊，不讲理啊。拿出十块钱扔我脸上，嗯，就这十个他拿走了，小贝壳。当然了，嗯，多年之后他也知道了，知道了，开心果的皮儿。哎呵，哎呀，你们都蒙我一辈子了，快！好哥哥呀，哎，对，净花我钱了，你啊是啊，我们这一般都是他养活的，真的。哎，好嘛，净买别人东西。你现在你要哪天上谦哥那个书房看看去啊？书房正当中，嗯，对联写上联吃亏是福。哦，下联福如东海。对，怎么那么能吃亏呀、啊？我这啊，好家伙，有钱就是有钱，啊、有钱。但是，我觉得他跟其他的有钱的孩子还有区别。怎么不一样啊？本性善良，这个是根儿最好的。好些孩子有钱欺负人，人家没有。哎，那当然，真的不干。其实他也算是一个。纨绔子弟，哎，这纨绔子弟，您什么学问？纨绔子弟，不，纨绔子弟，先纨裤子，再玩胯，玩不玩？没有，没裤子，没裤子，哎，没有，没有裤子，没裤子。什么叫没有裤子？没有裤子，就叫纨绔子，纨绔子弟。对，但人家没有啊。别看有钱，那是真有钱。是最大的爱好就是数钱，就是数钱，爱好数钱。谦儿最大爱好就是数钱啊！不信你一会儿你们过去看，没有指纹这个人，指纹呢都磨没了。这得数多少钱呢？我这一天啊！你看手机，手机它解锁得用脚，啊，指纹解锁不行。哎，他这没有，他拿脚、哦、脚弄的指纹，这怎么弄啊？好，要是好，有时候接个微信费劲费大的啊。我们一块上街这儿走走，他那手机叮当来微信了，微信他得先脱裤子。我干嘛脱裤子？他里边穿着一个连身的衣服，带袜子那种。我这想到。袜子都脱了，拿手机，啊、指纹解锁。哎，嗯，一看嫂子来了、哦，啊，回家吃饭吧。问这个，不回家。好，这再穿上是吗？哎呀，呵，哎呀，穿五分钟啊！我早知接电话，我穿连裤的干嘛呀你？叮咚，这又来了，嗯，哎，要我脱。怎么那么闹得慌啊！我这拿手机啊、嗯，那你去哪儿吃？外边。哎，哎呀，我就别出门了，不行吗？叮咚！哎呀，怎么太乱了？哎，咋地咋地了？哎，对对对，甭吃了。有钱，有钱能这样呢？忙着自个儿。我那会儿啊，我记得我那会儿刚买车，买个10万块钱的车，就觉得挺开心了。那有车就不错呀、啊。人家那个车，咱就。不敢比，叫什么？劳斯莱斯，劳斯莱斯的。哎哎，天热，我身上喷点花露水，就觉得挺好了。香，人家那香水都法国的，进口的，叫什么？什么？哦，那个法国香水，安妮的。呵，那味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没听，你别喊我，哎、叫什么？没听清楚啊。哎呀，哎，这特别香。不，你说清楚了，法国人一个香水的名字，你说明白了，不爱叫什么？王守义的。哎。十三香啊，这那是法国进口的吗？我叫不上来，叫不上来就别叫了。十三瓶一套，哎，这还是十三香。十三瓶有白纸的，有什么香叶的、花椒粉、推号粉，没叫没有没有那。出了小龙虾味的人，哎呦，就不叫王守义的，有钱真是挺有钱的。我说良心话啊，全中国说相声捆一块儿，没法跟谦哥比。你这太捧我，我印象特别深啊。我们那会儿有一说相声同行，咱别说是谁不合适啊。是啊，哎，这个那会儿刚有自助餐，20年前。哦，新鲜，刚有自助餐，我们说相声这哥们儿啊，凌晨3点那儿等着，排这队，人下午4点才开门呢。嚯、啊哦，排一天啊！好家伙，等得不行了，饿、嗯，终于等着开门，28块钱一位，不贵。一开门，咵推门进去，先来2大瓶碳酸饮料，嗯、喝了1瓶半啊啊，噎得直翻白眼儿坐那儿。你这图什么许的呢？28块钱就喝了1瓶半，剩下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来跟我说，德刚，我可吃亏了。怎么？我吃这东西可能不丁对啊？是吗？你得教教我怎么吃，能把钱吃回来。哎，得有学问。我说你傻，吃海鲜呢？
对呀、啊，海鲜呢，多吃海鲜。转天又去了啊，吃了20斤海带。哎，这嗨，哎，也不知道哪便宜哪贵了。就这么说，像同行干的事啊，跟人谦儿哥怎么比？我怎么我行？人家吃的西餐。哦，人家觉得打卤面就了不得了啊，人家已经吃西餐了。我吃外国的，西装打领带，自己定制的刀叉。怎么还定制刀叉？这大叉子一人高，扛着吃西餐去。我是吃饭去了，我是取经去了，我这扛一大叉子，我这就是嘿啊，坐在这儿，哎、哦，吃西餐，怎么吃？哎，就爱吃西餐。是啊，坐在这儿啊，吃点西餐，好，就喜欢吃西餐。嗯，吃完了，谢谢服务员啊，这走了。哎，这好，舌头都拉了、嗯、啊。用不惯这刀，好喝这个咖啡，咖啡。哎，人家坐在那儿，咖啡饮料，端着啊。嗯，我都不懂，头一回看见。是啊，怎么这人没事喝板蓝根去干嘛啊？这嗨，是板蓝根吗？人家端着。嗯嗯嗯，哥，您喝的什么呀？嗯，人屎咖啡，人屎咖啡，那叫猫屎咖啡。人喝猫屎咖啡。猫屎人屎没放废话猫屎哦记忘了那这春气我记得那人说的吗哪是那猫是那人说的人说的哈啊这吃完了这个咖啡豆拉完之后拿那再加工哎对我还一直以为那人说就是他拉的呢不是因为他跟我说完我恶心好几天是吧我知道你爱喝这我就不冲了以后我去您别胡说八道行不行您记住了啊那是猫猫啊，这一种猫，猫是看，反正有身份，哎、是有身份。当然了，啊、嗯，这个人没有说一直发财，啊，谁得有落魄的时候，哎，那他也经历过，谁都从苦日子过来。当年有段时间说相声不挣钱，是，谦儿哥这怎么办呢？嗯，仗着人家有手艺，我会什么呀？哎，他先是智障，我傻子，不是智障，他有手艺，制作那个手杖，木头的手杖。您把这说全了啊、哦！对，哎，制作木头手杖，智障啊，买这个。后来犯贱，这犯贱又是贩卖宝剑。您瞧我干这俩行业，嗯嗯，先智障后犯贱啊，我不智障也犯不了贱。嗯嗯，再后来厉害了，怎么？因为你这个他累呀、啊，啊，这还累、啊。后来厉害了、啊，办公益的事什么呀？走街串巷啊，嗯，冒充居委会的，干嘛？给家家户户免费送蟑螂药。这免费送蟑螂药，那不全赔了吗？哎呀，你以为一上来就送蟑螂药了？那不送，一家给一盒，给那打开看，其实不是蟑螂药，那是蟑螂的卵。哎，你接过去吧，你撒什么？撒屋里边，啊、过些日子满屋都是。嗯，这个卖蟑螂药的才来。我缺德不缺德呀？我给人家屋里全弄了蟑螂，我再卖药去。后来那些小区不能去了，那是挨打呀。啊，不能去，干点别的吧。是。给人擦玻璃，哦，给人擦玻璃，拿绳子吊上，在窗户外边给人擦玻璃，这苦差事就爱这个，这可不苦，不苦，不苦吗？就爱这个，因为你想居民楼啊，什么都看得见，什么呀，就都看得见，坐在那儿哈、啊，拿绳子吊着 啊，那是蜘蛛人吗？嗯，这是吊着我，那是吊着一王八呀，这个，我这干嘛呀？单纯啊，什么叫单纯？擦呀，啊，擦你就擦绳子吊着啊。哦，这瞧见什么了？这家屋里有一大姐刚洗完澡，啊、你瞧，非让我撞上，没穿衣服啊啊！哦啊，女的也看她了，四目相对，是，这就看谁嘴快。怎么叫嘴快？你要让人家先说，流氓算完了。那是，谦哥嘴快。我说，看什么看？没见过擦玻璃的吗？嗨，哎，哈哈，这恶人先告状，那个。厉害，我先骂他。哎，这么些年来，谦儿哥两大特点，哪两大特点？第一是有钱啊，第二是重情啊。哎，最关键的这个情义无价，是真的啊。嗯，这些年你看啊，嗯，说影视圈也好啊，文艺圈也好哈、啊，哦，这个出轨了，那个绯闻了，嗯，谦儿哥没有过，咱们不干那事儿。为什么呢？跟嫂子感情好，哎、我们有感情基础。嫂子盯我们俩盯的那个紧呢。哎，盯咱俩干嘛？就说这意思，根本就没你什么事。你们俩不许跟外边胡作非为。那是，谦儿哥这份儿，啊，以身作则。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说于谦有什么什么想法。没有，没有，不干。从六岁，嗯，六岁那年，嗯，就喜欢上他的表妹了。我成熟的也够早的，嗯，表妹叫绿茶啊，
绿茶婊啊，别来这套啊，这词儿我懂，我喜欢你，我要跟你结婚。哦，表妹说6岁不能嫁给你啊，这几岁也不行啊，你是我表哥。对啊，又何况我是有远大志向的。您的志向是？我长大之后要嫁给王子。那小女孩儿嘛，小孩啊，看童话故事嘛。我长大之后要嫁给王子。怎么嫁王子？我早看出来，我一定会嫁得很远。你怎么瞧出来的？我吃饭拿筷子拿着远。嗨，就凭这个吃饭拿筷子远，这不是谁说的 啊？拿筷子拿着近，嫁着近。哦，拿着远，嫁着远，就离家远嘛。表妹说，我拿着特别远，有这么讲法。哎，我一定会嫁给王子。好，后来一根筷子，我两根筷子接上，非嫁王子。长大之后果然啊，嫁给王子了，嫁给炸油条的了。哎，是，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的筷子。就小的时候6岁说过一回，我要跟表妹结婚。哦，这么些年来斜的歪的没有。是，十几年前马路边进那个小房子，那个小粉灯啊，说是理发的，哦，里边连个笼子都没有啊，连个剪刀都没有，发廊那净，你要上那儿找说相声的有的是，我全能找着。那谦哥从来没有不进去。我打那鼓都快吓死了，害怕呀，战战兢从那儿过啊，这里边的女的敲窗户，噔噔噔叫我玩会儿吗？好家伙，谁玩谁呀，啊，这个，这么粗的声儿，那个谦哥都吓死了。我是得害怕呀，抖了，赶紧走吧。多少钱？哎，还问呢？赶紧走吧，那就能开票吗？行行了行了，不报销这东西。没有，没有，没有过。是，这些年来。除了嫂子之外就交过一个女朋友啊，也交过一个，我们见过，就交过那一个。是吗？叫什么叫彪子？是叫什么呀？彪子呀，这人得多粗鲁啊，这个是彪子是铁蛋，我忘了，还行了，哪个都不怎么样。嗯，那俩人跟交往过。是吗？挺好，印象很深嘛。俩人 还喝奶茶去，那会儿好像说那就不，我俩坐对脸喝奶茶啊啊，彪子坐对脸，你就别提彪子了。彪子啊，彪子说，谦儿啊，带我长发及腰。嗯，老话嘛，长发及腰嘛，我得接后半句啊，带我长发及腰。嗯嗯，谦儿乐了，拉屎要撩。嗨，我想的太细致了。彪子正好一大口奶茶，黑珍珠奶茶啊，一大口乐的咔顺鼻子眼，黑珍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呀，太难受了，看着啊，他看着彪子他也难受。嗯，哎呦，你怎么这样呢？啊，彪子害羞了。是啊，站起来哭了。嗯，夺门而出跑了，他赶紧追啊。嗯，把门夺回来了。这带着门跑的呀，这么个夺门而出感觉。彪子多鲁啊，你想想啊。那是把门都卸了。这是到后来，嗯，到后来跟嫂子结婚了。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叫好话，俩人好的不能再好了。是，嫂子也疼他，对，也照顾他。刚才后台一换衣服，嗯，我一看，呵，嗯，两口子穿着情侣裤衩。对，咱甭说别的，你等会儿，甭说，你把就人家这个感情啊，等会儿，哼，你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呢？高峰跟我说的，好家伙。还就瞒着我一人呢，这里头我们几家是一家子，啊，这嗨，挺好，胡说八道，挺好。嗯，嫂子对他实话实说，这份儿是，包括这个他这抽烟喝酒，啊，烫头啊，嫂子老说他，嗯，烫头倒支持你啊，岁数越来越大了，头发都稀了，烫点头，蓬松一点，对，烟少抽，嗯，不好，你伤肺，是是不是？嗯，酒也尽量少喝，哎，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对，能不能气？他说能气，但是。嘴里没抓没挠的，就是难受，又不让抽烟，不让喝酒，活了吗？啊，嫂子说那没事，嗯，我给弄点零嘴吧，啊，吃点零食。人家他们有人那个就吃糖，对，褶着抽烟，哎，你也别吃糖，血糖又高，啊，对，还吃不了糖，给他炒黄豆，吃点什么不好啊？我每天睡觉前，嫂子给炒10斤黄豆，我这饭量也大，大铁锅10斤黄豆，嗯，坐在那咔哧咔哧一顿都得吃了。好嘛，吃完之后叫渴呀，那是呢，喝凉水，我这人也太粗了，桶装水得有一桶啊，啊，列位，10斤黄豆加这桶装水，嗯，机器人也受不了啊，谁都受不了，而且晚上就这一宿在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啊，到早晨天一亮就开始释放能量。嗯，哦，有什么能量？叮当嘟当当个令当令叮当，行了，大令大令叮大，行了，我放出一副板儿来是怎么着？哎呦，
嫂子每天都得比他晚40分钟才能起床，干嘛呀？有苏醒的过程。哎好，熏晕了这是，起来擦擦脸上的土，不至于这么大。哎呀呵，好家伙，嗯，谦儿你太厉害了，嗯，居委会非得找咱来。居委会什么事？说了不让放炮吗？是吧？谁放炮？天天这样，天天这样啊！啊！后来嫂子说不行，算了，别吃黄豆了，就换换吧。他说那不行，嗯，已经吃惯了，我还上瘾了那东西，不吃不行了。嗯，嫂子说吃是可以吃，你能不能不放啊？对呀，就你这个放法，有一天得把肠子放出来呀、啊，太难受了。不管啊啊，照放不误。我哪怕这个呀？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媳妇啊，起得早啊，在厨房给他做早点啊。他媳妇老北京，做什么早点呢？嗯，卤煮火烧。哎呀，这就是卤煮小肠啊。哎，就是猪肠子呀。对，拿肠子洗完了，嫂子乐了。嗯，这可以吓唬吓唬他。怎么吓唬？我老说你能把肠子放出来，他不信啊。我把这肠子搁被窝里。哟，起来他一看一害怕，以后不就改了吗？好家伙，弄好了进门还没醒呢。啊，撩被窝搁里边了。太损了。嫂子问厨房那儿包蒜去了。啊，一会儿听屋里边叮当，嗯，怎么还停了？回头一看，嗯，谦儿出来了。啊，打开门，脸都白了。嗯，真害怕了。啪，把门又关上了。啊，10分钟出来了。嗯，没事了。媳妇儿，嗯，哎，我跟你说，不是我吓唬你，是吗？你说我能放出肠子来，嗯，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今儿真放出来了。是啊，但是你别害怕。怎么呢？我又给塞回去了。相声都是编的，是，刚才这是真的。嗯，谁说的？怎么到我这儿都是真的呀？谢谢吧，这个一块儿在船上待了这么好几天了啊！是是，百事修得同船渡，哎，十事修得来旅游啊！这嗨，嗯，很开心，哪儿人都有。天津人是不是多呀？嗯，哎呀，都是天津人。哎呀，谢谢各位啊！有上回就来的有吗？哎呀，你说你们多闲得慌着是吧？谢谢各位，包括最后一排那后边都看不见啊！也谢谢各位啊！嗯，这都花了钱了。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尤其是最后一排的，真是，你们是没钱买头里的吗？什么话呀，会聊天不会呀？你请原谅我的单纯和善良啊。哎，很高兴啊，嗯，能够在船上跟大伙儿相遇。嗯，那个坐在一块儿好听个乐。嗯，这些人就是都干嘛去？这都是啊。嗯，都是于老师粉丝，我一看就是。哎，憋着跟谦儿哥结婚去，这是啊。是结婚吗？嗯，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嗯，能力有限，水平一般。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哎，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了，谢谢，啊，谢谢。这世界很酷。